我们的公听会一分钟后开始。好，我们会议开始。现在开会。今天举行刑法修正视同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争议的公听会，是因为本会在3月31号并案审查《中华民国刑法》第77条及增订第271条之一与272条之一。之杀害幼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时不得假释之修正案，因近年来社会屡传无差别杀人事件，如郑捷在捷运随机杀人案，近日又发生内湖女童小灯泡被杀死之重大案件，此种对于杀害无辜孩童引起社会公愤与恐慌，也让face议题再度浮上台面，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为此，各方仍有不同意见，为使法案在未来接续审查时能凝聚共识，化解争议，解决争点，因此有必要邀请各位专家学者针对刑法修正视同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之争议做更详细的探讨，听听各位专家学者所提供之相关意见，以作为修法各位将来委员们修法之参考，让法律之修正更为完善周延。我现在首先介绍出席的专家学者、在场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首先，请宣读公听会讨论提纲。我们先宣读讨论提纲，等一下我再介绍与会的学者专家。讨论提纲一：他国针对视同之刑责及立法参考。二：我国刑法增订视同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之法理探讨及实务运作影响。三：刑法增订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能否遏阻视同案之发生。四：针对无差别杀人及视同之其他修法建议。宣读完毕。好，接着我来介绍与会的出席人员。OK， 许恒达教授，谢谢，谢谢许教授，好，谢谢。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啊，东吴大学法律学系暨法律学系及法学院陈清秀教授。谢谢，欢迎你，谢谢。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欢迎。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吴盈德教授，好，可能还没到。好，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赖雍廉教授，欢迎你。这个还没到，还没到。好，众律国际法律事务所蔡坤洲律师，欢迎您。那
因为还有几位专家学者还没到场，等一下我会补充介绍。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法务部检察司司长林邦良司长，谢谢，欢迎您。司法院刑事厅调办室法官胡怡和，是不是欢迎？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胡怡如法官。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检任视察郭彩荣，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张庸敏副司长，欢迎你。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专门委员叶信春，专门委员，谢谢。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纪明谋副局长，欢迎你。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廖福特研究员，欢迎您。好，好，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有几点说明哈。第一就是说，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代表发言。发言顺序我们是按照签到的先后顺序来发言哈。如果各位哈，因为有事情要提早发言，请告知主席台，我们会酌以调整。本院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如陆续到场，本席会穿插请委员发言哈。那最后再请政府机关哈代表发言，针对学者、专家及委员的意见加以回应哈。那我们每位专家学者和委员发言的时间一律都为12分钟，好，那我们这边都会计时啊，最后一分钟会提醒，对，最后一分钟会按铃提醒哈，请各位尽量控制这个时间了哈，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登记就做第二轮的发言哈。那个要不要介绍在场委员？好，在场我们委员也有到场，顾立雄委员。还有段宜康委员也是我们的招委，补充介绍啊，哦，这个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专家学者发言哈。首先邀请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发言时间12分钟。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我看到这个修正草案哈，我。首先一个疑问就是这个修正草案的目的何在呢？那如果说是为了英镑或者是贺主这个像类似这种杀童案事件，我要讲这个根本做不到了。那就现行法制而言，针对那个被害的对象有加重的，查一下大概是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这个是刑法里面的，这个是死刑无期徒刑。那再来就是那个儿少法里面122条，针对那个18岁以下的，他加重1/2。那如果加重1/2的话，就是原来的10年就变15到20，然后这个无期徒刑跟死刑。那如果现在针对杀12岁以下的，变成死刑或无期徒刑，我认为跟现在的儿少跟不会差太多了，因为这一类现在的这一类案件在现在就是在死刑跟无期徒刑这边跳了，不大会超过这个范围了，所以呢，就第一点哦，这个改变我认为实质意义没有很大了。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哦，今天哦，如果很明显的你要做这种杀12岁，把它限缩到死刑无期，就是要去限缩。司法者在具体案件里面他的一个法定刑的裁量空间啊，那但是我要讲哦，这种裁量空间哦能限缩的也很有限啊。为什么这么讲？你要加重到这种刑期，一定要以迅速审判跟迅速执行才有贺主效果啦。那今天哦，你虽然做了这样一个限缩哦，那老实看目前的这一类的案件在审判的时候，本来就是在死刑跟无期徒刑这边跳啦。哦，所以我才讲实质意义真的不大。然后再来说你今天要解决的可能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让它有贺主效果，那一定要让审判这类案件审判的时间缩短才有用啊。可是哦，现在刑事投诉审判法里面，它名称虽然叫刑事投诉审判法，可是我这样加一加，因为它羁押的最长期间是8年啊，
所以呢，这个八年在我感觉啦，会好像给法官一个感觉，就是说八年内确定都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个问题可能是，如果你要这样加，然后要限制，让这个加重的处罚有它的一个某种程度的吓阻效果，那可能你刑事投诉审判法这边可能也要跟着做修正了、啊。否则，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一样啊，哦，一样、啊，也还是一样一再的发挥了哦。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更麻烦的问题哦。你要加重刑罚，除了要迅速审判，那判决确定也要能执行啊。但问题是啊，我们现在整个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际的情况，允不允许我们呢判决确定以后马上去执行死刑？我觉得这个根本也是不可能的啦。哦，所以呢，在我刚才讲的迅速审判，如果你以目前的情况看，如果你没有想办法去解决那个刑事审判期间拉长的问题，还有你不能迅速执行的问题，我想这个修法跟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尤其是如果连接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杀十二岁以下的不能假释的这种情况的话，我猜啦，如果这样这两条修法真的通过的话，我看大部分的情况法官会大量的流入无期徒刑，绝对的，因为他现在可能面临很多的法官在具体审判面临很多的压力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在一二审还会判死刑，最高刑发回慢慢才会无期。那如果加了这个以后呢，在某种程度呢，好像会让法官有一个感觉说，反正现在已经有不能假释的无期徒刑。那实质上，我会认为，如果连配套这样修的话，我真的认为我国的死刑应该在死刑应该是实质会被废止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会这个样子的，大概八九不离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面临一个问题啦，如果这样真的通过的话，那我说，慢慢就会流向这种没有假释的无期徒刑，那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只有杀十二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呢才不得假释？那要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难道在现在我们对所谓的凶残的杀人事件，难道只有杀十二岁以下的吗？那如果说你考虑到不止这些，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那个随类随机或无差别杀人，如果你也要把它列进去的话，如果相同的考量要列进去的话，这个是不是要做相同的考量？但是如果列这种无差别杀人的话，又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无差别杀人？那连接到下面我说不得假释这个问题啊。今天一旦如果这样立法的话，我刚才提到一定会走慢慢的走向实质废除死刑这条路了。那现在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不得假释，那怎么办？那这一群人怎么办？因为这一群人绝对不能怎样，不能跟一般的受刑人关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旦没有假释的可能性的话，在这个处遇机构，就是监狱里面，如果跟一般受刑人混在一起，他呢如果有发生冲突，他一定不顾一切了。因为他已经无所思了，因为他不能假释了，他在里面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对他来讲都一样，所以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好，那如果有很大的风险，面对这群人，你就要去盖特别的监狱喽。那如果要盖像美国那种重度监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华务部有办法做到吗？关一个刑后强制治疗，华务部找地方都找不到了，我不相信这个地方能找得到了。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马上要面对说不能假释，然后呢，你要关他终身，除了呢要可能要盖特别的一个处遇的机构以外，你也要面临这些人在未来老年化的问题。因为一旦到老年化的话，马上要面临一些老人病的问题，那你怎么解决这一块？他的人数未必会很多，但是一定会存在。好，那一定会存在的话，你怎么去解决？我想更麻烦。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用不得，我刚才讲的都还没有提到这个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可能违宪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更复杂。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那是不是要走这一条路啊？所以呢，我呢认为说现在可能还不是考虑呢不得假释无期徒刑这个的问题啦，可能我们要考虑，因为这个毕竟是你把你的人身自由终局性的剥夺啦，这个一定是最后手段啦。那我们要思考的是，有没有其他手段可以走？如果说我不判他死刑的话，
哦，那我还是要想到所有僵化的可能性嘛。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保安处分的这一块，我们要去强化它？那目前我们的保安处分啊，大部分呢，它都有一个上限哦。比方说，针对这个监护处分，就是精神障碍这个部分的哦，那个监护处分它的上限大概是5年呐、啊。哦，那我们要思考说，像这个5年够不够？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学，比方说德国法那个保安室监禁的问题啊，就是像我们91条刑法91条之一的刑后的这个强制治疗，我们是要不考虑把这个刑法91条之一刑后强制治疗的范围扩大。但是在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啦，因为刑后的强制治疗它没有一个上限的期限的规定啦，哦，那可能也会再涉及到违宪的问题啦，哦，所以呢，我是认为说，在这一块可能不是优先考虑不得假释的问题，而是是不是考虑说，针对这种所谓的比较凶残的暴力犯罪，哦，当我们如果不判他死刑，而改判像无期徒刑或者是有期徒刑的时候，那在服刑完毕或者在监期间，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我们保安处分这一块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呢，这个保安处分的这个期间，就是刑后强制治疗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那总结来讲啦，吼，归纳一下，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我并不认为这个修法可以这样加啦，吼，尤其是32岁，但是我说跟现在的实质意义不是，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大啦，吼。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连结到这个不得假释的话，那关于呢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这样定，一定会走向实质的废除死刑。那你怎么去解决不得假释哦这一块？他们为了在监狱里面特别注意的问题。那最后就是呢，我认为说，与其去思考这一块了，不如好好我们想一想啊，吼，这个强化这个保安处分这一块有关监护处分的部分，吼，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发言。好，谢谢吴教授的发言哈。补充介绍，刚刚到场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信民顾问，欢迎你。群盛国际法律事务所欧阳红律师，欢迎您。台湾基隆地方法院陈志祥法官，欢迎您。中华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吴英德教授也到场了，欢迎您。接着发言，我们请许恒达教授，发言时间一样12分钟，谢谢。主席，在场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有来这个机会，来这个地方跟各位谈有关272条之一修正条文的一些个人的意见哈。那我的接下来发言大概分成几个重点来跟各位说明哈。第一个重点是说呢，目前这个整个立法理由上，其实有一个很关键性的理由，是在于他认为有一个儿童权利公约的第6条要保护儿童的儿童的生命权，所以我们基于为了保护儿童生命，就要去加重刑罚。可是这一个理由，其实说实话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理由，因为儿童生命权的保障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社会机制，可以透过很多社会福利机制的方法去强化儿童生命权的保障哈。比方说，你今天对于精神病患的一个处遇，比方说你今天对于精神就是这种所谓酗酒型犯罪的酗酒之人的一种社会上的一种福利措施的介入，但是不是说一开始就是用刑法这种所谓的最后手段性的方法去强化刑事责任，去把那一些把这种所谓杀儿童的人去把他整个加重刑事。把他的刑事责任跟社会隔离的效果等于没有任何差别的去处理啊，所以从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做法啊，这是我的第一点的看法。那第二点是有关量刑的部分哦，我们刑法对于量刑部分的看法是大概是这样子哦，简单的说就是必须要有法官针对个案去考量。加害者在个案中对被害人、对社会的整个法律状况、法律规范的威胁到底有多强，然后去考量这个加害者他个人的处遇需求有多高，去决定个人的量刑，最后并最终的结果啊。可是现在这个立法理由里面有写得很清楚，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量刑不符合社会期待，所以基于不符合社会期待这个理由，我们就必须要去加重法定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末倒置的做法哈。你今天去
量刑在个案中，你可以去对法官做很多量刑规则的设计啊。那你可以去对法官做量刑规则的限缩，包括刑法第五十七条要该怎么样去修正，在第五十七条该怎么样去对法官做一个量刑的指引。那甚至像司法院最近所谓量刑咨询系统啊，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做法。但是现在去不去考虑法官个案中的量刑，去直接去修改法定刑，然后把这个杀人罪原本的有期徒刑的限制去把它整个拿掉，这个其实一方面来讲会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是把整个刑法的目的导向于单纯的社会隔离啊。你先把判无期徒刑再加上说不可以假释，这个实际上的做法就是一单纯的社会隔离，然后或者是判死刑、啊、那完全忽略了刑法中对于所谓的教育机能，或者说刑法这种所谓再社会化机能，它本身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跟功能，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不应该予以赞同的、啊、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个量刑，它其实如果说一定要当然我看到有些先进他想说可以透过量刑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可是针对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今天要把这个杀害儿童这一种特定被害人的杀害行为当作是一个量刑理由的话，我个人其实也觉得这是不甚妥适的做法、啊、因为其实整个量刑理由里面，它不可能去写得太过直接，也不可能写得太过明确，就是说杀一个，比方说我们可能不可能说杀一个人应该判几年，杀两个应该判几年，这是一个在整个现代法治国所谓刑罚人道原则的思考下面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却我们却需要用却想要用这种方法去强化说我们的社会期待必须要有法官去帮我们实现。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而且是不合刑法学理基本看法的一个想法、啊、那第三点呢，是我国刑法里面其实针对这种特定的被害人，如果说硬要讲的话，其实有274条的规定，274条跟200现在这个立法所提出来的修正案刚好都是杀童啊，274条就叫所谓生母杀婴啊。生母一开始在生产时或辅生产后就把他刚生出来那个小孩子杀，这个当然就是杀12岁以下的小孩子啊。那为什么274的刑事责任它其实不是加重反而是减轻呢啊？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你今天杀童之所以要杀童，它其实都会有很多想象不到，我们一般在社会上想象不到的。那如果说母亲的杀害儿童，杀害刚生出来的还不到甚至还不到一个月，甚至不到两个小时的小朋友的生命就可以减轻的话，那为什么这一种杀十二岁就要去加重到这种程度？在这个地方，你对于一个加重或减轻理由的筛选，或许其实这个或许有很多更需要考量的地方啊。那或许会有人认为说，哦，今天是因为这是无差别杀人啊，因为无差别他只是随机杀，那个是母亲杀小孩就比较杀自己的儿子，这个有很多值得宽恕的理由。那你今天无差别杀人，其实没有任何宽恕的理由。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有一点不符合一个真正的常理。怎么说呢？因为今天之所以会有一个人去选择无差别杀人，表示说他对于这个社会的观感，他对于这个社会看他的这种容许性，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不能够相互 match 的地方，等于说这个人他跟社会其实是有没有办法相互妥协的地方存在。那这种没有办法相互妥协，就会造成他一种异常性的人格。这种异常性的人格其实就是刑事法或者所谓刑事政策上必须要给予相当程度宽容性对待、宽容性处遇，或者说特殊处理的一种病态的社会人格。那你今天把这种单纯的病态的社会人格就直接把它当作是一个加重的理由、哦、然后把刑事责任上就完全把它认为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再回到社会的空间，我认为说这是一个跟现代刑法学理完全不相吻合的看法、哦、这是我的第三点意见、哦。那第四点意见呢，是有关于这个条文之所以要加重的实质原因。这个条文如果要加重的话，简单说就是杀害十二岁以下的小孩，杀害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这一种加重的原因，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完完全全找不到任何实质的法益保护哈。我觉得我们刑法在处理一个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必须要先找到他保护的到底是什么。你今天杀一个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跟杀一个十二岁以上的小孩子，生杀一个十八岁以上的大人，是不是都是侵害一个生命？生命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是没有办法估量其大或小的值，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十二岁小朋友的生命就比较重要，十八岁小朋友比较，那是不是我们这样说？假设有一个人去杀政府的政要，杀一个重要的政府的官员，那请问这一个人他所造成的刑事责任、所造成的法益破坏，跟杀十二岁小朋友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哪一个比较轻呢？在这个地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因为他的身份、他的社会地位，或者说他的一些社会的 connection 就
对于他这个生命给予他不同法益程度的评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这个条文在这边筛选出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小孩，就说啊，这里有涉比较重的法益要去破坏，这一点上可能是没有他的正当性的啊。那第五点我想要强调的是说，一般而言，我们对于这种所谓加重刑事责任的杀人罪，如果在刑法的观点上，你要加重刑责，大概通常我们会强调是责任上有，就是个人的责任上有比较值得比较高的期待。那比方说，像现在刑法272条啊，目前虽然说一般的最高法院在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会认为说，刑法272条之所以要加重的理由，不是因为有增加法益破坏，不是有增加了利益的侵害，而是因为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具有高强烈的亲属关系啊，那你杀害自己的父亲的这一种期待需求相对来讲是比较高，所以必须要加重处罚。那请问272条之一的这个修正草案，它欠缺了这种亲属的连带感，它只是无差别的去找一个被害人，甚至是它其实连无差别这一句话其实都没有很清楚的去把它界定下来啊，就是说只要杀一个单纯12岁以下的人，那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办法去从任何个人的期待，个人对规范的反应，这一个重点上去找到他加重的责任上的理由存在呢？我个人是找不到这样任何一个这样子的理由哈。那甚至说，如果说从比较法的观点的话，德国法的话，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谋杀罪，这个在台湾法律上是没有的哈。德国法律上的这种谋杀罪，它其实加重的理由很多是出于什么所谓很严重，必须要采用残忍的手法，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杀害动机，这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作为事主的加重刑事责任理由，但是。272之一在这个地方的描述上完全没有从这一个面向，就是加害者跟被害在杀害执行杀人行为的时候，对于要杀人行为本这件事情本身，他所具有的一种个人的特殊动机，他的手法的残虐度，这一些地方完完全全没有描述到，完完全全只是说有一个被害是12岁以下就要去加重刑事责任，这个在整个刑法学理上完全没有办法被获得一个正当性的说明啊。那最后一点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假释的禁止哈，这个假释的禁止，我应该这样说，假释的禁止，它的重假释的这个制度，其实它的说理的核心是在于说，当一个人在服刑期满，他已经有了圈毁实据，而且他已经能够再社会化之后，我们不需要把一个人永远隔离在社会之外，应该尽早的让这个人能够进入社会里面去进行他的社会复归啊。那今天你现在把这个刑事责任的做法去完完全全把它排除这一种社会复归的可能性，就是把它完完全全的排除掉他假释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有两个重点存在。第一个重点是，这个做法完完全全导向1970年代以后所谓新自由主义跟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之下，这个观点之下所采取的一种正义模式，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社会隔离的一种刑事政策。这种刑事政策虽然是在欧美啊，这个英国应该说英国跟美国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施展，可是它产生的问题远比这个模式所带来的一个解套做法会更多的，等于说比方说以美国为例，这个模式之下，它产生了一个做法，就是因为要长期的隔离啊，把这种我们认为没有救的人，把它隔离在社会之外，就会产生了很多大监禁的需求。这种大监禁的需求，让监狱里面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国家所需要负担的成本，好，对于一个个别受刑人所需要负担成本越来越高。那监狱到时候也是人满为患，这个就是创造加害者、创造收容人的一个实质上的做法啊，所以。那第二个重点我想要强调的是说，这一种所谓假释的需求其实是现代刑事政策上我们会强调说，刑事政策不是单纯的硬报，刑事政策也不是单纯的去把这个人做了很严重的事就让他完完全全隔离在社会之外，我们要去在刑事政策去清楚的观察这个人他所需要的处遇到底是什么。那你今天把这个假释完完全全把他排除之后，这个人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监狱的垃圾，它跟监狱的那一片叶子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别，它在这里永远不可能出去。那在这里没有希望，你又把它长期的监禁，这个其实跟死刑没有两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文其实到最后实际上的做法，根本就是造成创造另外一种非人类的非死刑的死刑。
这个是这个条文最后所产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做法，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再补充一点哈，简单的说，目前刑法上针对所谓的死刑跟无期徒刑的这两种单纯性社会隔离的选择条文，只有强盗杀人罪。那强盗杀人罪它的条文里面其实包括了杀人，还必须要强盗。那请问，如果说你今天是只是单纯的杀死一个未满十二岁之人，他的可罚性是不是达到跟强盗杀人一样严重的程度？你今天杀强盗杀人，必须要先前阶段的强盗行为，好，必须要使用强暴胁迫，使人无使人不能抗拒，才能够接下来杀人，这个时候才能够判这么重的刑。那你现在这个条文可以这个样子去相同的处理吗？好，所以你今天不管从体系解释，从任何刑法学上可以想象到的观点，从任何刑法学上的原理原则来检视这一个条文这个修正案的正当性的话，我认为说不仅是二七二之一没有任何正当性，包括连假释的规定在这个地方都应该予以暂时搁置，不继续讨论的。这个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谢谢。补充已经到场的我们的委员哈，周春米委员，尤美女委员，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委员如果要发言的话，就提示主席一下哈。那也跟各位专家学者说声抱歉哈，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委员。各委员会都在开会，所以我们委员们有时候要这边发言，也要到别的委员会发言，所以会穿插在里面哦。再跟大家说声抱歉。接着我们邀请蔡坤洲律师，众立国际法律事务所，好。不好意思，请问那个简报档可以下了，谢谢。OK， 好，请直接到下一页，谢谢。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学经历，其实呢，这个我完全是一个商务律师的类型，那。今天来这边的，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刑事法的专家跟公法的专家。那我那时候收到这个国会这边的邀请的时候，我思考了一下，为什么会邀请我来讲这个题目呢？请翻到下一页。好，我在想说，可能呢，第一个呢，相较于大部分呢从事这个刑事案件的律师而言呢，可能这个他们可能觉得商务律师可能是少数会。支持死刑的这个法律人这样子。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可能是我当初在脸书上面，其实我可能是极少数有公开转贴这张图的律师之一这样子。那为什么我要把这张图在国会的这个现场再秀一次呢？我想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在这边讨论这个是不是要增订这个杀害幼童这个条例，其实不可否认，它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发生的。那就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一个公民的立场，或者就一个法律人的立场来说的话，我认为说我们今天在讨论法律的时候呢，不能够呢把实际上发生在社会的事情当作呢当作不知道，那也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刻意忽略或避免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3月28号的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呢，它确实非常的严重，而且也确实呢，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非常大的愤怒哈，跟这个悲痛。那这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说这一张被转贴的这张图呢，总共有26万人按赞，而且呢有20几万人呢直接呢在他们自己的脸书分享。那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哈。那无论呢这些呢转贴呢或者是按赞的这个行为背后呢有没有经过思考，那我想讲的是呢，在那个绝对的理性的讨论之外，其实呢人民就这个事件呢所造成的不管是悲痛也好，或者是愤怒也好，甚至是恐惧也好，
它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反应。那我认为就是说，不论从法律的观点或从国会的观点，其实都应该要正视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在讨论刑事政策的时候呢，但可能这个绝大多数呢会从比较学理的方向来讨论。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呢，对于所谓的防卫性社会，或者是这个硬爆的诉求，都有这样子的呼声的话，我觉得在讨论刑事政策的时候，其实不能够忽略。好，下一页。好，首先呢，针对那个杀害幼童的部分呢，我这边先简单的列一下这个可能的相关的立法。那因为我个人是从英国跟美国留学的，所以我这边主要会从英国跟美国的立法例来说明。首先是在英国，他在2003年的时候有立了一个叫 Criminal Justice Act。那这是因为在这个英国他加入欧盟之后呢，他实质废除掉死刑，但是呢，他在这个2003年这个新的立法呢，他呢将这个刑事政策呢改由这个长期监禁。那特别是在如果是以这个暴力手段杀害幼童的情况呢，法官最高可以判处到这个终身监禁，而且是所谓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那当然，所谓不得假释终身监禁呢，这后续其实会产生一些预证上面的问题。那刚刚其实那个刑事政策的专家吴教授已经说明得非常的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去再多提。那至于在美国的部分呢，就我很快的搜寻呢，目前呢是只有佛罗里达州呢有针对杀害儿童，他有一个特别立法。那他认为这个杀害儿童他是一个属于一级谋杀的重罪，所以呢他最高可以判处到死刑。那至于呢大家认为这个最严刑峻法的中国大陆呢，他反而对于杀害幼童这件事情呢，他没有特别的立法，但是呢他的基本的刑法的232条，他就已经有规定的，原则上故意杀人呢，他本来就可以判处到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样的罪责。好，下一页。但是我今天其实主要要报告的是另外一个比较实际的可能的解决途径，那就是所谓的量刑准据。好，那所谓的量刑准据呢 ，sentence guideline 呢，它这个其实是在台湾其实已经讨论很久了。那在英美呢，各国其实也都已经施行的很多年了。就英国的情况呢，最基本的呢，您可以在这个所谓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它有点类似这个台湾的各地地检署的这样的一个组，这个司法机关，它其实有一个Sentence Guideline 的 Menu。那这个 Sentence Guideline 的 Menu 呢，它有非常详尽的这个说明，在哪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刑事应该要怎么样加重或减轻。或者是呢，特别是配合刚提到这个Criminal Justice Act 的这个新的这个立法呢，它其实在这个各个不同的刑事的犯罪太阳，其实它有一个 schedule， 就是有一个附件表列各种犯罪太阳它的基本的刑度。好，因为我刚好提到就是说他们新的立法原则上是以长期的这个自由刑为基准这样子。好，那他另外呢，针对那个这个 Schedule 21， 他的这个杀人的部分呢，在他的这个 Sentence Menu 里面，其实有特别详列各种简单讲，就是他类型化到非常非常的细，就是说只要符合这个他上面的特定的这个条件呢，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应该要怎样判刑。好，那另外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 Sentencing Council for England, West and Wales。好，那这边非常重要，就是要跟这个各位委员说明的是呢，它是属于英国司法部的一个独立机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个Sentencing Council 它所做的这个量刑准则呢，法院呢有遵守的义务。好，那这个等一下呢会跟美国跟我国的情况一并讨论哈。那至于在美国呢，它有一个这个联邦量刑准则哈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那这个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那这个 guideline 呢，到目前为止啊，就这个美国他们官方的统计呢，依据这个 guideline 判刑的这个被告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好，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等一下那个，我发现这个陈清秀老师呢，他在他的这个说明里面，其实也有详细的说明这个联邦这个量刑准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缘由跟原则哈，所以我这边只很简短的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个量刑准则呢，它后面是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United States Sentence Commission 哈，它有一个量刑的这个委员会，那它是一个隶属于司法部门的一个独立机构。那而且呢，这边要这个提供给委员参考的是呢，像这样的一个量刑机构呢，它呢除了它是一个司法权之外，它也必须要协助国会以及行政权呢，来制定呢更合适的、更新的这个刑事政策。好，那这个在这个台湾即将导入国会调查权的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可以提供这个各位委员作为参考，就是说。在这个国会调查权或者国会在制定法规的时候，其实像类似这样的独立机构的这个专业意见呢，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值得参考的。那另外呢，针对这个量刑准则的这个拘束力呢，虽然在这个2005年的布克案哈，那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认为说它不能够有所谓这个。强制性的约束力不能是mandatory 的，可是呢，他同样也要求呢，法官在判决理由里面必须要把这个量刑准则呢纳入他们这个判决理由进行考量。好，下一页。好，那接下来回到我国了。那我国的情况呢？我国的刑事法规呢，针对量刑标准里面呢，主要是在这个刑法第57条以下的各条的规定哈。那其实相较于刚刚提到呢，各国的这个量刑准则的这个规定呢，它其实只是一个相当原则性的规定而已。那针对于儿童犯罪呢，其实台湾的现行法已经有所谓加重的规定哈，就是过去是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条，那现在是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第112条。可是呢，我这边写了一个哈，那实际判决如何形成呢？好，那我想这个在座的，不管是从事律师或者从事这个审判实务的这个各位先进哈，其实应该都很清楚，台湾呢的法院呢，在这个判决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真的依照这个57条进行考量，或者是呢，他就是照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有的判决呢，或者是依照这个前辈的这个建议呢，来进行量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那今天造成很多人民对法院的判决，觉得这个判下的刑度跟这个犯罪的罪责并不相当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时候就在于，就是说法院对于这个判决这个刑度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明，那让人民觉得就是说，哎，那你在判这个刑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进行实质上的这个考量？或者是实质上去审理他的这个犯罪的情状。好，那至于所谓量刑准据的部分呢，其实司法院早在2007年以前，其实内部就有在研议要制定这个所谓量刑准据。好，那当初的一个没有实际上制定的一个想法是认为说，哎，可能有所谓违反这个审判独立之余啦。但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所谓违反审判独立之余？我想。刚刚其实已经有提过英国跟美国的例子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再去思考哈。那在2010年呢，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就白玫瑰运动啊，其实它也是一个针对幼童的一个重度犯罪。那当时呢，司法院的一个回应其实呢，就是呢，希望能够尽早制定出合理的量刑准据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唯一有的。而且是从去年才开始有的，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有的，是一个司法院的量刑资讯系统。那如果说像这个各位实务上的先进，如果实际使用过的话，可以发现其实这个资讯里面有的东西其实相当的有限啊。不好意思，主席，我再发言2分钟就可以。好，下一页。好，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从这个所谓量刑资讯里面看一下目前的实际的状况哈。我国其实针对杀害幼童的案件呢，在这个91年到100年之间呢，
总共发生过就这个统计数据啦，刚刚那个资讯系统的统计，总共21件，里面有3件死刑，6件无期徒刑，还有12件有期徒刑。好，其实相对于一般的杀人事件，其实针对杀害儿童的案件呢，法院它实务上其实判决都会比较偏重。好，下一页。但是呢，在民国101年之后，杀害儿童案件呢，总共3件里面呢，无期徒刑占了2件，有期徒刑占了1件。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资讯系统它并没有提供那个判决的案号哈，跟相关资料哈，所以大胆的猜测，可能跟这个我国在1998年12月有通过所谓两公约施行法有关哈。那其实大家从事实务工作就知道哈，在这个两公约施行法开始这个施行，最主要是在100年12月之后哈，因为它当初是规定在2年内必须要完成相关的改进哈。那在民国100年之后呢，法院原则上几乎都会以我国有两公约施行法为理由，拒绝判处被告死刑。好，那两公约施行法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很大的问题。那今天刚好有这个两公约的这个专家廖老师在哈，其实也可以请他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进步的法律没有错，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法院拒绝进行这个犯罪情状实质审理的一个借口。好，下一页。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新要修正的这个法律，其实它是参考现有的272条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处罪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虽然这个法律它规定它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实际上在判决的时候，其实法官很多时候他会用这个所谓59条，情状可悯哈，来进行减刑，让他减到所谓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哈，也就是说这次发生非常大争议的，其实针对这个精神障碍或者这个心智缺陷的这个被告，他的这个判刑应该要怎么处理的问题。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有精神障碍的人，好，我们在刑事政策上面是要采取刚这个提到的这个永久隔离的一个政策呢，还是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病人来看待？好，那这个其实我想就是说，不同的面向可能会导论出不同的这个结论出来。好，下一页。那我这边很快的 refresh 刚才的这个结论跟我的一点简单的建议哈。那首先是我国现行法其实对于儿童被害案件其实已经有加重的特别规定，而且实务上呢，对于这样的案件呢也倾向重判。只是呢，对于像这种残暴的犯罪或者是极端的犯罪形态呢，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列为一个量刑的因素来考量呢？那取代一个特别立法？那这边他再附带提到一点哈，其实用一个特别立法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对于台湾的国际形象。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刑法里面有一个特别立法是针对杀害幼童，那这样是不是暗示就是说台湾这样杀害幼童的案件其实特别的多呢？好，所以我会比较倾向就是说这样的极端的情况其实可以用量刑的因素来进行规范。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就是我国应该要制定有效的量刑准则了。并不是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资讯系统而已，而且呢，要让这个量刑准则有效呢，必须要搭配适当的立法。好，那最后呢，是我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心得跟呼吁啦。那像我们从事司法工作，其实常遇到的问题是，法官他的判决呢，其实最后的那个结论怎么出来的，其实很多时候缺乏一个适当的说理，好，跟合适的判决理由这样子。那我想，其实人民呢，不管是呢是不是从事这个法律工作，人民对于司法的信心缺乏，很多时候是在于这个你的判决理由你没办法说服我。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需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好，谢谢各位。好，感谢。好，接下来我们请东吴大学法学院及法律学系陈清秀教授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公听会哦。那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跟这个蔡坤洲大律师有一点不谋而合了哈，有一点类似哦。
我们知道这个刑法的这个功能啊，它基本上大概有从三个面向来观察了哈。第一个面向从受害人，第二个面向来观察，第二个是从加害人的面向，第三个是从社会大众的面向来观察。首先从被害人的面向来观察，我们有所谓的横平正义哦，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杀人应该要偿命，这个是一个因果报应的一个法则，来抚平被害人的这个法益的一个侵害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横平正义呢，是应该这个要罪责啊相当哦。如果杀人偿命，那这个是罪责相当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二个呢，所谓的加害人的观点是说啊，可能加害人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犯罪行为？那未来能不能透过刑法来加以改善？这是加害人他可能个人的人格的缺陷，或者刚刚提到过这个他的一个反社会的一个人格呢，没办法融入这个社会，因此有一些偏差。那我们透过一些刑法来加以矫正，避免他将来再犯哦。所以这个是从加害人的面向来观察。第三个面向就是从社会大众维护社会秩序的面向来观察，这个就所谓的一般的预防功能，也就是某种程度是这个刑法产生一个威吓作用，让大家呢避免啊有样学样啊，所以可以说以儆效尤。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有点杀鸡儆猴的这样一个功效哈，所以基本上呢，它是要防维护整个的社会秩序，恢复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大家都能够遵守法令的状态哦。所以我们刑法呢它的功能角色呢都必须要兼顾到这三个面向哦。我们看看杀害幼童的案件啊，当然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动机目的啊，以及他的一个犯罪的情节，这个恐怕呢必须要过去根据我们的这个实证的调查，了解我们过去幼童被杀害的一个情况呢，到底是哪些原因类型啊？包括是随意杀人，还是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产生了一个家庭悲剧哦啊等等啊，这些因素我们可能都必须要呢详细调查了解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些原因啊，可能来加以类型化哦。假设今天无缘无故去杀害一个幼童，那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加上我们这个小孩子啊，他的跟国民平均生命年龄比较呢，他剩余生命的期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他的法益侵害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哦。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些观点来看啊，我们给他加重他的刑罚呢，是有他的正当性。同时我们避免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人呢去效法这样的做法，为了维持一般的社会秩序，达到一般的预防功能呢，我们给他加重处罚也有他的正当性。反过来呢，假设这个杀害幼童的情况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尤其我们过去看到有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带小孩子一起去自杀啦，甚至于这个是杀害小孩之后自己在自杀，产生这种家庭悲剧的情况，如果我们今天这种类型给他从重量刑，可能大家觉得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悲剧呢，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的刑法也规定啊，如果母亲啊在生产时或生产后呢杀害她的子女，那母亲把小孩子杀掉，这是非常可以说是人伦的悲剧啊。那我们刑法呢也给她考量啊，她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啊，给她处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换句话说呢，她是进行类型化的一个处理。因此我们这个杀害这个小孩子，加害这个幼童呢，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我们可能必须要做一个类型化的一个处理。如果我们今天很多抽象的、统一的，一律都是加重，那当然基本上可能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有恶性很重大的情况。但是我们可能不排除有少数例外情况啊，可能案件情节还是有一些值得同情的因素。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处罚呢过重的话呢，就会违反我们刑法所谓的罪责相当原则。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要导入这样的立法，我们刚刚看到外国立法例，英国有这样的立法例，那也许我们也可以参考，是不是给他加入一些特别的条件限制底下呢，比较属于恶性重大的这一类型，我们可以做个处理。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处理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在
导入量刑基准啦哈。我们看看英国啦、美国有所谓的量刑的准则、量刑的基准，也就是说呢，因为杀人罪它可能太样很多，没有办法呢，在法律里面统一规定的话，那我们放在量刑基准里面啦、再把它做个区隔类型化。那这个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我们建议立法院啊，能够在刑法总则的57条啊，第二加一个第二项啊，授权司法院啊，邀请法务部啦、包括学者专家共同来研拟这样一个量刑基准啊，那作为法官审判上的一个依据，那也就参考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对杀人罪呢，再加以像类似这种情况，给它类型化，有一些应该要加重的，有一些可能就要按照一般来处理。当然，我们立法院也可以参考这个德国啦、英国啦、美国的立法例啊，杀人罪其实呢，它不应该啊，只有一种类型。我看看外国的立法例是杀人罪分为一级杀人跟二级杀人，那么一级杀人是要给它从重量刑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杀人罪目前的规范其实是不太充分的，没有把它类型化。那外国立法例有分一级杀人跟二级杀人，我们将来可以把杀害幼童这种比较残暴的这种类型，把它放在一级杀人的这样一个类型里面去哦。换句话说呢，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调试哦，也就是说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立法例呢，其实我们杀人罪只有一个类型啊，是可能是有一些法律的漏洞啊，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来加以类型化啊。当然类型化的模式可以包括刚刚提到过的这个量刑基准的一个导入啊，那由司法院呢再进一步去研究啊，怎么样能够来把它做一个，或者法务部啊研究把它类型化这样。当然我们要预防这个犯罪啊，我个人看法，这个犯罪行为人他可能异常的人格要矫正的话呢，恐怕还是要从思想人格教育啊着手，让他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哦。我想我们融入社会的这样一个思想教育呢，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伦理道德教育。我们的中小学过去有伦理道德的课程啊，现在呢可以说被淡化或被取消了。过去有公民理道德的这些伦理道德课程啊，都被拿掉了。我觉得我们个人，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小学的教育的课程啊，不应该啊把伦理道德教育给它淡薄化，应该要给它加强。这个是我们过去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改革有失败的地方哦。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有提出相同的这样一个呼吁。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呢，他把宗教经营课程啊打入到我们的这个中小学教育里面来。我们过去受到美国化的影响啊，美国式的影响啊，都认为宗教必须要跟学校保持距离啊。可是我们会发现到欧洲国家像德国的基本法明文规定啊，宗教课程就要纳入这个学校的必修课程里面，也就是从小啊，让小孩子能够接触一些宗教经典的熏陶，培养一个比较有慈悲心的、有博爱的人格。那我相信他将来融入社会啊，就更容易了哦。所以我个人看法，这个部分我们在教育方面呢，我们应该要从根本去着手。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全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不是有哪些不够完备的地方，导致有些人呢走投无路啊，铤而走险啊，这些可能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再进一步探讨的哦。那我最后结论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支持，应该要加重处罚，但是要注意到比例原则，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类型，我们这样处理会不会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因此，可能在构成要件方面啊，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些调整啊？加入一些要件，让它是我们要针对的是这些恶性比较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杀害幼童的案件。如果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必须要加以要考虑一下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立法上技术有困难的话，我是建议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量刑准则、量刑基准里面。那这个我们立法院只要修一个条文，加入授权司法院会同法务部啊来订这个量刑基准，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解决将来在量刑基准里面呢去做一个比较细腻的、比较细节性的一个规范哦。否则这个细腻的规范，它规定在母法里面啊，这恐怕法律啊也不是那么的这样一个这个反而更加复杂化，也不是那么妥当哦。所以有一些事部分啊，可能放在量刑准则里面，参考这个英国啦或者美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杀人罪呢再把它类型化，分为一级杀人跟二级杀人罪，然后呢再做一个处理，那这样也许就会比较这个妥当哦。以上的浅见请多多指教，谢谢。感谢陈教授，谢谢。补充介绍，台湾桃园地方法院钱建荣法官，谢谢你，欢迎。
自策国际法律事务所黄志豪律师，欢迎您，谢谢。另外，六六互同联署联盟刘志平总召集人，欢迎您，谢谢。好，接着我们请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赖雍廉教授发言。主席，各位立法委员、与会的立法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先进，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大家好。非常荣幸，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受邀到这一场公听会当中担任一个发言的机会。这边有几个针对今天的提纲有几点想法，想跟与会的先进们互相的这个就是互相的讨论跟分享。那么有关呢今天的提纲的第一个，就是他国针对视同的刑责跟立法的参考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刚刚如同几位先进都已经提到过了哈。那么我也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包含着像日本的部分，还有在这个美国法这部分来讲，就如同刚刚清秀陈教授所提到的，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量刑的这样子一个参考的这个依据。好，因为实际上在特别是在美国法的过程当中，美国呢现在当然有大概有三十几个州，包含的联邦政府呢，它包含都还有死刑制度的一个存在。但是呢，他们也特别的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单一的一个罪名列为所谓的这个死刑的话，事实上是有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第八修正案残忍而不人道的这样惩罚的这样子的一个抵触。因此呢，他们会认为说，他是就如同刚刚我们有一位蔡律师所提到的，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案例一样，他最重可以判死刑。可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裁量的空间哦，所以因此呢，个人还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呢、啊，事实上应该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加重判处死刑的一个要件或因素的考量之一，而不应该单独列为这样子的一个条文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啊，刚刚许多的这些有关刑事法或者是刑罚这方面的先进已经提到了，那我这地方呢，我就不再加以赘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有关我国刑法增订视同处死死刑或这个无期徒刑的法理探讨跟实务运作影响。那这部分呢，其实我蛮苟同刚刚几位先进所提到的，就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这部分，目前呢，我们在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所谓的类似我们的刑法七十七条的三证出局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事实上呢，在美国从1994年实施之后，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检讨。那么在不断检讨过程当中，在2008年，因为雷曼兄弟所导致的美国的经济呢，开始已经恶化之后呢，其实各州已经开始在检讨，甚至在修改了。刚刚诚如这个我们政大的徐老师所提到的，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正义模式的部分呢，现在已经修正了，也就是说，不需要再花这么多的钱去盖这个监狱，然后去养这些所谓的三证出局、终身不得假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甚至有违反了我们刑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所谓的罪责原则，就是所谓的这个罪行均衡的这个原则的概念。因此这个部分呢，当然刚刚先进已经提很多，我就不再去从法律的角度来做探讨，我比较会想从所谓的实务运作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分析。今天与会的这个学者呢，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刑法跟刑事法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愿意从这个犯罪学的这个角度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运作。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死刑的这个实务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台湾目前呢、仍然有死刑的制度的存在，那么也没有缺死刑犯。各位可以去调查，目前呢我们在北所呢还有20位，那么整个台湾的话，我们还有40位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待执行的死刑犯。那我非常佩服的是，我们当前这个罗部长，他任内的时候还有几次执行死刑。我们过去有部长因为没有执行死刑而挂冠求去的，所以我觉得说要去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部长不能够依法执行死刑，对不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去干预的这样子的一个他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所谓的签署这个所谓的死刑执行令。我更是认为就是说，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监察院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调查？好，对不对？好，是这样的干预，这样是对吗？好，那么对被害人、当事人，
好，被害人的家属或者他自己本身公平吗？这样的一个做法正义吗？好，那么这些死刑犯，好，在实务运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当中，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死刑犯在我们的这个看守所羁押的过程当中，他们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我们过去也不少的这个死囚，他写信给部长，他说我愿意放弃任何上诉或者是再审的这个机会，只求一死，早日投胎，但是都不能够如愿以偿，对不对？那我们从另外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针对死刑犯的这个管理，要花特别多的一个精神、人力，还有所谓的资源，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看守上面。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他被其他的人犯欺负，就像是就几周前的时候，我们这个王景一进去之后，被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杂役呢，好，这样子的一个修理。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人力去介护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害怕他自杀。好，那上周这个政捷呢，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最高法院力挺的时候，他还说矫正署他是一个惩罚署。那么我想说的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为什么这样子说？他在羁押的期间，我们的台北看守所花了多少人力在介护他？那么这个部分不是我讲的，各位从一些所谓的媒体所去拍摄到的这个照片当中，你可以发现的是，我们有介护同仁在介护他打羽毛球。那么他在这个照片当中，你可以看到还有说有笑的，跟其他的人犯在打羽毛球的时候，还是一副笑脸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可以对照入看守所之前现在的这个情况，刚刚进去的时候瘦瘦的，现在呢，这个白白胖胖的啊，应该是不错的，对不对？好。他想进的看守所当中比较高级的囚犯的福利，但是他指责说我们的看守所、我们的监所是所谓的人形废弃场。我觉得这就是今日死刑犯的一个死刑上，在我们在监所当中对死刑犯的这个实务运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吃力不讨好，还要被他羞辱。那么对照被害的家属在阴暗的角落啜泣，那么创伤症候群之后难以恢复，以及躲不掉的恐惧跟阴影等等，我们的司法为了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正义什么时候可以伸张？这是第一个。那其次我要说的就是说，在无期徒刑的这个实务的运作上，我们都总认为就是说，刚刚如同我们陈教授所提到的，反正就是对不对？有贺主的功效、隔离的功效，反而关到监狱里面来，眼不见为净的这样子的，眼不见为净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甚至呢，刚刚我提到的，我们还有三证出局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大家的想法，特别是现在的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他还有教化可行性。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教化可行，它事实上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的介护警力是1:12，教委师面临到的人犯是1:350。各位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去了解一下，一个国小的班级当中，一个老师带30到35个人，他没有办法全部都掌控得到。你更要求一个教诲师1:350，所有的人都要教化有成效，这不是缘木求鱼吗？对不对？好，所以更夸张的就是，我们去年2/11大寮事件，6个死囚结了典狱长、介护科长之后，然后自强的事件之后，我们的台湾的介护警力还是没有改善啊。台北监狱最近有一栋建筑的这个新建的这个设防呢，要收1500个人。那么他报矫正署说，我需要的67名介护警力，可是矫正署说我一个都没有办法给。为什么？因为行政院没有针对我新增加的收容额增加我的警力。那换言之，今天我就是说把这个1500个收容的，我还是没有介护警力去介护他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实际上在实务单位来讲，存在着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的情况。那更不用讲的就是说，刚刚有先进有提到过了，我们对于这些无期徒刑的人，我们在监都需要更多的这个管理跟照护，防止这些人犯欺凌跟霸凌其他的同学。为什么？因为无期徒刑，甚至如果是三证出局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过去，假释出去之后，撤销假释之后，回监执行的无期徒刑的人犯，现在都在监所当中叫做顽劣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累进处遇之适用，他们没有累进处遇之适用，就表示他们已经跟假释脱钩。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很恶劣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同设防、同工厂当中，他的累进处遇呢，有一个他的累进处遇已经符合要件，
他可以提报假释的时候，他就去挑衅他，他就去逗他，他只要一出手打架之后呢，他就要办违规。这个人过去三个月表现一旦的就付诸流水，重新再来三个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这边所提到的，他这个大错不犯，违规不断，在监所当中都视为头痛的人物。那我们现在要把他集中起来，就如他诚如这个我们这个先进所提到的，哎，我们来打造一个超高度安全管理监狱的部分。可是没有人没有钱，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人力又不够，怎么可能说教化会有功效？因此总结来讲，我想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实务上判死，你不执行死刑，你只是增加预算，增加介护人力，让这些所谓的我们的看守所的人花更多的人力跟时间去介护这些死刑犯，这是有它的意义跟功效吗？然后呢，社会的动荡不安，监所还是关了这么多的人犯，然后过级国际的这个人权团体到监狱里面来考核我们的监狱，然后又指摘说你们的监狱的人权这么样的这个落后，这么样的这个不人道，那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你就把这些人全部都丢到监狱里面去，可是呢，这些人权团体又来说你又不人道，因此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到底有没有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这个是我觉得从实务的角度应该去分析的。那第三个，刑法增修死刑或无期徒刑是否能够吓阻视同的一个发生哦？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现在针对这样的一个视同案件的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我们的分析，有些犯罪人他是有理性的，比方说台南这个杀童事件当中的曾文清，他会去算条文，他会去算到底有些人判死刑。换言之，今天我们针对视同的人，我们把他这个极刑化之后，那他是不是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来去杀一个80岁以上的？我是不是来去杀一个老弱这个所谓的这个怀胎妇女等等之类的？好，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有些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的，所以你保障了这个幼童，是不是又会导致他跑到其他杀害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老弱妇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总的来讲来制定一个老弱妇孺的条款呢？其次，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他杀人的时候，他是所谓的瞬间情感或者是精神丧失用药的一个后遗症。因此，这个应该是要强调所谓的医疗强制治疗的部分，而不是所谓用极刑的方式。第三个，如同刚刚有报主席是不是再给我2分钟的时间？抱歉，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的这个律师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个杀童案件当中去做一个分析之后，各位会发现的，好，包括刚刚陈老师也提到的，很多都是家长或家属去这个经济不好，那么一起来烧炭自杀，结果小孩子死掉了，然后大人没死，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处以死刑的话，那我们可能处以无期徒刑。那最后的结果，他的家境这么差，他是属于高风险的，我们又把他丢在监狱当中，那个这个家庭不是更惨了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刑法271条，强化法官对判处死刑这样的一个新政，甚至量刑的这样子一个授权，才能够有这个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哈。最后我只是在提到的就是针对无差别杀人或者视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当中，我观察到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前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内湖的杀童案件发生之后不久，那么在台南呢也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案例。那么这个类似的案例当中，导致因为所谓的爆料公社所爆料出来之后，很多的台南市的市民去包围了我们派出所，甚至呢要求他进去看派出所里面的情形。那么这个事件当中，上个礼拜的联合报他说，这个叫做社会的盲动，警察呢应该要有tough， 要这个坚硬起来，好，对不对？要硬起来，要杜绝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盲动的一个流动。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到，虽然叫做社会盲动，但实际上它可能有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是不是人民他对于国家的公权力他已经不相信了？那不相信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样？他想要要回私利救济，也就是说，政府过去在或者是我们的司法单位在过去这几年来当中，在处理这些的事件，特别是有些重大刑案的当中，他的这个审判可能曲高和寡。那么对于所谓的两公冤的一个误解跟滥用，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审判跟民众的期许有落差，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的法情感的时候，他是不是想把这个权力要回来，寻求私利救济？我这边可以介绍一个
这个所谓的电影，就是美国的一个这个电影叫做所谓的重案对决。那么英文的话，它叫所谓的 law abiding citizen， 就是守法公民的意思。那他意思呢，这个男主角呢，他为什么最后呢不寻求司法救济而走出私力救济？他最重要的就是看到当前的司法机关当中，检察官他为了升官，他去跟所谓的加害人妥协，换得他的一个升官之途，而牺牲了谁？牺牲了被害人的权益，最后他走入了司法救济之途。换言之，今天台南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社会盲动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大量的审判的这个实务当中脱离了民众的法情感，脱离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民意之后，我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盲动不会再继续的滋生跟蔓延。我的发言到此，谢谢。感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廖福特研究员来自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请。主席、各位委员、在座各位先进及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啊、非常荣幸能够来参与今天的公听会。好、哦，那我个人的了解是说，今天的提案大概最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把杀死12岁的幼童儿童案，他的死刑，把他的刑罚范围变成缩减或者提高到死刑跟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说，这样的犯罪类型的话，变成是要终身监禁而不能假释的一个情况。那或许我先谈一下那个终身监禁不能假释的一个的问题。那 我个人比较赞成这个部分的话，法务部其实有书面意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没有假释的终身监禁的模式的话，如果我们要设定这样的制度的时候，它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法务部所提到的欧洲人权公约的那个禁止酷刑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把一个人放在这整个没有假释的环境的底下的话，它可能会变形成一个一辈子的监禁，没有任何的未来的可能性，而形成了某一种酷刑的概念。而这个禁止酷刑的概念的话，它其实是全世界普世人权的情况，不只是欧洲人权公约，也是包括了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以及其他的所有人权的条约，同时它也应该是包括在我们国内的法律的概念。因此要对于这个终身监禁没有假释的制度要设立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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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慎重，这现在真的不应该值得考虑。另外一个这样一个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情况，我们所设立的是一个对特定的犯罪类型而设立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对一个杀害12岁以下的儿童的人所做的一个证据，那我们却不是针对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概念制度去讨论，因此我认为它会有非常非常针对特定的概念。那这个社会要对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而设定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时候，更应该要更慎重、更慎重，比刚才所提到的更慎重的一个情况。那其他的犯罪类型呢？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挑这个犯罪类型而作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情况的话，我认为其实是太过度的去挑选某一种犯罪类型，可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权力的保护以及刑罚的制度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点，我大概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讨论到这个刑罚，我们把它限缩在12岁的幼童罪，只限于死刑跟无期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刑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挑选了一个被害人特定的主体的一个类型，那其他的类型呢？我们现在所选择的标准是说12岁以下，哦，12岁以下，那12岁以下，即使是12岁以下，可能还是有不同的类型，比如说12岁以下，他可能是一个原住民的儿童，可能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儿童，可能是在不同情况的儿童，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去考量？第二个，如果我们挑选的主体的类型是12岁以下，那其他的我们国民的不同的类型的人呢？那我们这个肯定是想，那如果是整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身心障碍者儿童，比如说你杀死一个玻璃娃娃，杀死一个8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杀死了其他类型的人，他可能造成的伤害，其实对生命权的伤害其实是一样的类型。那如果我们针对的某种特定主这种犯罪被害人的主体的类型去设定刑罚的概念，而且是限缩在死刑跟无期徒刑的话，他可能我认为是刑罚上的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时会发生一个状况，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犯罪类型，他那个平等的对待刑罚平衡的概念可能会失衡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就是这个提案的内容，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它一个理由之一是有关于联合国的儿童的那个权利公约的那个特别对儿童生命权的保障的一个情况。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是18岁以下，哦，18岁以下的人称为儿童。那如果说我们的提案是针对12岁以下的话，或许我们也应该要去思考，为什么在儿童权利公约所规范的是在18岁以下，而我们只针对的12岁以下人提出这个刑罚的一个修正案，它可能所代表的概念并不完整的保障的儿童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上最普世化的一个人权条约，它总共有174个会员国，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会员国。那因此我们可以去思考其他国家如何来实践儿童权利公约，特别是对于儿童生命权的保障的情况。那我们大概许多专家都提出来一个概念，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很少听到有一个真正的实例，说我们针对杀死12岁以下的儿童而开始去采用说一定要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甚至是不能够假释这样的刑罚。如果说它本身是一个真正实践儿童权利公约的规范的话，那应该是其他国家会有这样的实践的方法。好，那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核心的去思考，所谓对儿童生命权的保障，它其实代表当然有国家的义务，国家义务最主要是在前端必须要让儿童不发生被剥夺生命的情况，跟对于一个杀害儿童的人，你后来去对他如何处罚刑罚，我认为是两件事情，这个必须要去衡量。最重要的是在保障儿童的生命不要被剥夺的一个情况。那因此第四点我所提到的是说，那你要这样保护儿童生命权的一个情况的话，国家希望某种加重刑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用儿少权益保障法针对杀害儿童的情况有不同的刑罚的处罚，甚至是加重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已经有特别考量这个情况了，我就对这个特别的一个保护。那你要做增加的刑罚的那个刑罚的程度的话，可能要更慎重的一个情况，因为再这样的话，那它才是最重要去保护儿童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状况。那第五点我认为应该考量的，大家都常常能带，刚才非常多的专家都谈到所谓的量刑的问题。好，量刑最大一个前提是要有量刑的可能性，你才必须要去制定量刑的基准。那如果以现在这个提案来看的话，我认为它量刑可能性几乎已经限缩到几乎没有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提案是把杀死12岁的人判死刑、无期徒刑，同时设定了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的制度。因此，法官在面对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他没有任何选择性。他最少必须要判无期徒刑，同时是不能假释，是没有任何选择性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设定量刑基准的话，对这个提案的话，恐怕不是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几乎没有选择性嘛，几乎没有选择性。如果要有量刑的可能性，必须要那个量刑标准，必须要有量刑的可能性。那以我们现在制度来看的话，它可以量刑。就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说其他的刑罚的处罚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去判断每一个个案它的严重的程度的情况，哦，严重程度的情况，它才能够达到量刑的可能性，哦。那第六点，我个人认为说，其实我们开始会尝试着想要去做其他的比较的情况，那可能一个比较的情况是杀直系血亲的模式的一个概念。那我认为这两个案例恐怕不太一样。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它是无差别的杀人的状况？也就是它其实不对对特定的对象嘛。可是杀直系血亲的什么必要？是因为我们血缘上的命脉的关系，因此你可能认为它违反伦常的严重度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们去比拟它杀直系血亲的犯罪模式。那可是这样的杀的是那个12岁以下儿童的情况的话，它并不是这样的特定的情况，它可能是很随意的去杀死某一位儿童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我觉得在这种刑罚规范的时候，也应该去思考，哦，也应该思考，过去我们的刑罚的发展的模式是慢慢的去取消的唯一死刑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刑罚的规范。为什么会有某些的刑罚规范只有规范它可能只有死刑跟无期徒刑？它的目标，它的当时的发展方向是把唯一死刑修正为包括唯一死刑跟无期徒刑的这样规范模式。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担心在个案当中法官没有任何裁量或是量刑的空间。过去我们把唯一死刑而变成相对应的唯一死刑跟无期徒刑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修改，我认为是逆向的。
你是把法官可以有量刑的空间，而逆向的限缩到几乎没有量刑的空间。那它的目标性可能反而跟我们本来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相反的一个情况，因此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共同去面对社会的悲剧。可是当社会的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一直相信，我也认为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当挪威发生杀人魔的事件的时候，挪威的社会一直相信的一个基本核心的概念，当有一个人失去理性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失去理性。因为当我们社会失去理性的时候，你就反而达到那个杀人魔所想要得到的目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才应该要更坚持理性，不要因为有悲剧的发生而让我们的社会失去理性，这样我们会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好，我简短几个意见提供给各位参考，谢谢。好，谢谢。跟大家说明一下哦，下一个发言完，我们专家学者下一个发言完之后，我们会休息五分钟。好，接下来我们请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迅明顾问，请。好，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记者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手上有这个六页的东西，我大概就从我们的基本权的这个论述，还有一些国外的规定，以及法理政治学的这个说明论述来这边讲啊。那实际上呢，刚刚听了很多学者专家所讲的，当然很多都是站在所谓的这个现在因为社会机制失常、教育机能失常下呢，这个刑法并非最后的这些手段，我们能够改善这个所谓的教育以及家庭，他们呢或许能够这个不会有再有这种杀童的案件。对于所谓的加强，这次法务部提出来或者是立法委员提出来的这些加强的这些版本呢，提出了反对的看法。不过我个人是蛮赞成这个意见的。第一个，我们从基本权的这个观念来看，就是说你对于随机杀害儿童的这个处罚，实际上按台湾的人口比例上来讲，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人口比例上比美国高的很多，这是相当可怕的事件。当然我们这边不管探究它的原因，或许教改失常，或许家庭教育失常，但是呢，我们必须务实的来防止。你其他的一些空洞的言论，其实我们听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我套句英文讲 useless at all， 真是 useless at all。假如说你前端的事先预防，后端的避免再犯，你后续加者的保护、社会安全网的强化、刑事设施重新检讨，各位看看，我们是听了三四十年了吗？一点用都没有啊，对不对？假如说呢，你这些跟公民基权员来比的话，其实这些言论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讽刺。你呢，再加上杀童案件，我们国家都是很重视人权的，所以必入很长期的诉讼，就跟我们去。这位学者专家有讲的，郑捷还在里面打羽毛球，嘻嘻哈哈的。所以说，你被告在生死之间的纠葛人权，怎么可以超过被害人的家属，以及继续在黑夜哭泣中的生存权以及生命基本权？这个，我想我们必须很回归到现实。当然，我们向往欧洲、美国他们所谓的这些已开发国家的这个人权，可是看看我们的国民所得只有15,000到20,000美金，为什么我们停滞20年？其实我们必须回归到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望梅止渴。所以说呢，我们再看看很多，就算是 FACE 团体，或者是很多这个顾及国际观感，就算是很多判处死刑的案件，都是判到 N 年以后了。N 年以后呢，一点威吓效果没有。您既然没有威吓效果，反过来又说我们加重刑罚的这个立法没有效果，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虽然是比较喜欢是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法的这个学者，可是我自己很有这个机会，我很乐意的来跟各位报告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再加上呢，当然有位学者专家说提到，假如说针对儿童来杀害儿童来立这个法，好像不符合这个世界立法的这个趋势。可是我觉得啊，我们先看看台湾的状况。台湾的出生率现在是全世界最低的，我们一天到晚讲儿童保护，可是任令儿童这样被杀害。相对的，各位比照一下，
我第二有说明，就是说我们对于长照，对于老人照顾的那么好，可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儿童才是未来的这个主人翁。假如说我们对长照照的那么好，对儿童的话保护，给他们一点的保护有什么不好？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都是一个很错误的这个观念。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提出一个美国的立法例，美国的 US Code 呢1111条，他这边有稍微的这边有提到，稍微有提到，并不是法务部所讲的，所有的国家并不是以杀害客体为儿童，这个都没有以杀害客体为儿童的特别立法。在美国的法律，它特别的这个讲到哦，你 penetrate as part of pattern or practice of assault or torture against a child or children， 造给他们谋杀致死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第一级的重罪。因为我时间关系，我是没有翻美国其他50州的规定，但是我相信他们有针对杀害儿童视为第一级的重罪，把它定出来是有的。OK。所以说呢，在美国以任何形式杀害小孩，无论暴力或者虐待，均是一级的谋杀罪 the first degree 的 murder， 他刑期可能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即使在废除死刑的州内呢，终身监禁也是该州所全力维持的。这边讲到终身监禁的话呢，各位，我给各位学者专家一点概念。我们讲终身监禁，美国跟英国一样，大概都是30年以上才可以讨论。我们假定说这个是20几岁，他犯罪的话，到50几岁以后，大概已经对社会的犯刑是很少了。可是各位看看我们的案例，你很多杀害小学以后，杀害这个小孩以后呢，判了十几年，然后呢7、8年出来又杀害小孩，都有这种案例的。那假如说呢，这个终身监禁在我们的国家是以20年、25年为主，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少了一点。在美国跟英国所谓的 life in prison， 你必须起义的时间 at least 30年以后才来谈假释。好，那当然美国也是有废除死刑，所以他们对终身监禁呢也相当的重视。那这边呢，我也从维基百科里面找出来，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资料有包括哥伦比亚特区19个州已经废除死刑，可是在废除死刑的州里面，终身监禁都是30年以上。好，当然在英国的话，或许跟诚如法务部所讲的，他没有所谓把针对杀害儿童的罪把它名列出来，可是他根据2003年 Criminal Justice Act， 就刑事正义法案，他们有特别特别的掳掠哦，说呢，你杀害儿童的话，就说 if murder of a child if involving the abduction of the child or sexual or sordid motivation， 那这个的话也几乎，但是英国是废除死刑的欧盟国家，那这个就起码终身监禁30年，终身监禁30年。所以说呢，各位可以想想，你讲你终身监禁，然后呢要以终身监禁，然后说我们的监狱说以后呢要养很多人，然后呢无法负荷或者无法负担所谓的这个教育刑，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推脱之词。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人，包括你的小孩我的小孩1到12岁，你怎么保护，这很务实的来回复。我们不要再谈过去30、40年的所谓的这些刑事政策了，这是我个人这些感觉。 OK， 那么 OK， 那么我最后还要这个提到啊，法律政治上的这个论述。那基本上呢，这边我这个李老师，我这边就很宁愿用到海耶克他所讲的，我们立法委员的这个立法任务，不仅是建立特种的秩序，而是创造这个什么条件呢？就是有利次序的这个条件，能够这个条件呢，次序能够更新。因为现在有不断的这个杀人者案件，我们这个法律条件是什么？这个法律条件最简单嘛，就诉在儿童免于被杀害、绑票、强暴的这个自由。对不对？你说实在的，在家庭教育、社会管控能够全力阻止加害者行为以前呢，你更新现有杀人的刑罚是必须的嘛。所以说呢，在这边我的李老师基本上我是强力坚持的，你杀害12岁以下儿童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其犯刑不适用假设规定。但这有个例外，假定说我们假设规定以后能够立法者改为30年以上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在
在这一条里面，其实犯行不限假释规定里面呢，可以做一个放松，才可以做一个放松。要不然，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二十年后，我们这些学者专家还在讨论这个老问题。各位可以想想，我们教改以后二十年来教育的小孩是什么样子？你有办法回复教育型吗？或者家庭教育吗？我想这一次内湖出事这个妈妈，她是蛮不错的，受美国教育，她是很好的。可是，假定是我的小孩是被这样杀害的话，我自己也是受美国教育，我真怀疑我是不是有那么大的 tolerance。OK， 那么呢？那么实际上呢，我最后也要讲的提到的，我个人很喜欢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学家穆勒所说的：我们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还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愚人还好。如果愚人或者猪不同的话，不同意这个话，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问题的一面。这些问题的一面，他们只知道说用教育型或者家庭教育他来改善。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过去三十年根本不做到。他没有想到另外一面，我们改善的同时，是不是要改善我们现在这个立法？所以说呢，相对的，像我个人，我比较看到这个两面。所以那些主张废死的，或主张这些教化的，而反对服役严刑峻罚的，到底是你们是要选择满足的猪或是愚人，你们自己选择吧。OK。OK。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现在我们要先休息五分钟哈，这个不好意思哈，谢谢，休息五分钟。可以，都可以发言。
好，我们接着开会哈。王委员，还是现在发言还是？好 ，OK。接下来我们请陈志祥法官，谢谢。主席好，各位先进大家好。对的，那下一页吧，投影片。好，再下一页。因为今天的两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杀人罪哈，要把它从死刑、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这个有期徒刑把它排除掉哈。那当然我们就要进行它的违宪审查哈。因为目前全国的法官里面哈，在判决书里面进行违宪审查的就只有我一个了。啊，虽然说多此一举，我还是孜孜不倦。所以这个贵院哈，有很多的刑法或者特别法的罪名哈，在我的判决书我是跟他讲，这个是有违宪之余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罪我判过的，那怎么写的话，你可以搜寻一下哈。最典型的像这个吸毒哈，吸毒完全是自我伤害，根本就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把它当成犯罪。这个是立法委员的怠惰哈，他应该是保安处分的范围嘛，应该是强制治疗、强制戒治的问题，而不是把他判去关哈。所以社会防卫应该是保安处分的范围啊，结果我们的立法委员呢、啊，以监狱哈、以有期徒刑代替保安处分了、这是一个刑法理论的一个大错误了哈。所以我想借机会把它点出来一下哈。那今天这个罪哈，因为是杀人罪嘛哈，所以在罪的审查，我认为它符合法益的保护原则哈，那符合比例原则的前两个，所以它是应该有存在这个罪，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杀人罪。那这个刑哈，因为死刑、无期徒刑跟有期徒刑这三者啊，如果通通有的话，那应该是符合比例原则最后一个哈，所以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罪要把有期徒刑把它拿掉哈，恐怕就会有问题。好，下一页。因为我们定了一个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哈，那它的第二条规定说，这个公约里面的规定哈，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那这个公约是规定说哈，儿童是指未满十八岁之人。那我们儿童是定位为十二岁以下之人。那十二岁到十八岁，我们的法律把它定位为少年。所以这个草案的指的儿童是我们国家指的是十二岁以下。好，下一个。因为第六条说要保护儿童，所以啊，这个草案两个重点，一个是加重其刑，一个是不得假释。那我们就来分别探讨一下哈。下一个，过你这个加重其刑哈，事实上就是把有期徒刑把它拿掉了。因为我们有个法律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哈，它112条的前段已经规定说哈，如果你是成年人，你是教唆、帮助或利用儿童及少年犯罪，或者跟他共同犯罪，或者是对他犯罪，已经规定要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了。那杀人罪的刑度三个，所以加重之后啊，第一个因为死刑、无期徒刑，他没办法加重了，他就是那个样子，那就变成说有期徒刑加重。那按照刑法三十条的但书，加重之后一定要加重，那变成十年至少加一个月。那他规定只能加到二十年，没办法再往前加，所以刑度是十年一个月到二十年这个有期徒刑的刑度。好，下一个。那也就是说啊，你杀害儿童的话，变成说你只能判死刑、无期徒刑，或是十年一个月到二十年。那这个草案是要把有些事情把它排除，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那个必要嘛。好，你立法排除本来是让法官没有裁量权，可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哈，我们来看一下刑法272条，就是杀害父母亲的。那各位想一想，你把自己的父母亲杀掉比较严重，还是把一个别人的小孩子十二岁就把他杀掉比较严重？当然是杀害父母亲比较严重。那这个罪也是死刑、无期徒刑。那我们没有被宣告了，但是日本已经被他们的
这个最高法院宣告是违背宪法，那德国已经把它删掉了、哦、那因为我们刑法有一个59条，法官如果觉得这个人情况没有必要到死刑，也不需要关到死为止，不需要无期徒刑的话，事实上他也是用59条也是可以使用，减的时候依然可以判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立法是没有办法禁止法官使用有期徒刑的，是没有办法，除非你把59条顺便把它排除，不然是没办法。但是看起来杀害儿童是很可恶的，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是杀人的都很可恶，没有一项杀人是不可恶的、啊、还有很多很可恶的状况。那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单独把它抽离开来做这样的刑度，把它类比到杀害父母亲的罪、啊、其实我是深感怀疑的。所以应该我就交通提醒，事实上是没有必要。你觉得很可恶，法官会觉得很可恶吗？法官不会觉得说他不可恶所以故意判得很轻、啊、不会，应该不会这样、啊、那下一个，这个刑法59条，它虽然规定说哈要可免诉了哈，量处最低值人刑过重。事实上的观念就是认为说，法官觉得不用判到那个最低度。如果你今天把刑法判到无期徒刑，那法官必须考量，无期徒刑就是要关到死为止，那有没有那个必要？那你可能说，哎，假设无期徒刑可以假设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我们立法者跟外国立法者共通的误会。无期徒刑这四个字没有假释的概念，他有开释的机会，也不能套用假释了。假释指的是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被告他犯了一个罪，法官判他有期徒刑10年，这在刑法上意义第一个叫什么？他必须失去自由10年，我们一般叫报应，他就是责任抵偿了。第二个意义是说，他在被关的时候啊，自己在忏悔，国家给他教化，所以当他10年之后，他抵偿责任了，他是一个新的生命，是更生人，他可以重新回归社会，可以再社会化成功。那附带的才是说，威吓别人，你看他犯罪被关了，那是附带的啊、哦。那结果法官宣告那时候可能没有预料到他的表现那么好，所以经过监狱执行行政的考核，结果发现说，哎，这个人关了8年的表现非常好，他应该直接就可以回归社会，可以再社会化了。因此把他附条件的提早开释，这个叫做假释，假释就不是真释。那把他开释之后，果然他2年之内做得非常好，表示法官在宣告那一刻没有预料他会改善那么好，所以监狱行刑法里面的刑警的处分让他可以达到一定成绩，他可以提早开释，这叫做假释嘛。也就是法官预定了10年之后开释，执行的结果他提早2年开释，无期徒刑没那个概念。无期徒刑我们习惯这四个字，其实它就是什么？无期就是说关到死为止，没有期限的，就是终身监禁嘛。如果法官在判终身监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考虑到说关多久要把它放出来，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把这个无期徒刑适用假释是我们的立法者跟外国立法者共通的误会。给他有开释的机会，可以经由总统的个人大赦或是个人的特赦，乃至于减刑，或者成立我们司法修改啊，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给他审核，那个叫特别开释，绝对不是假释的概念。如果你硬要套上假释的概念，那最多把它称为叫做特别假释，也绝不是一般假释。好，好，下一个，这个是附带讲，那就下一个好了哈。好，所以这个假释的本质哈，适用有期徒刑，不该适用无期徒刑了哈。那我们要不要修正赦免法？这个以后再研究。来下一个哈。所以这个修正案呢，不但说要加重期限排除有期徒刑，同时啊，说不可以假释，不可以假释，事实上就是说哈，否定监狱教化的可能性。这个其实是立法权一个很严重的侵害行政权。你怎么可以预先证明说这个人这个教化不会成功？天下没有不能教化的人啊。废除死刑的人主张其实就是这样子，他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就是说我们无权杀害任何人，除了你自己杀自己之外。
即使是法官的审判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国家杀人。所以如果可以以不要假释的有期徒的无期徒刑取代死刑，那是最好的。那如果有一天真的废掉死刑，剩下无期徒刑，那我希望可以用长期自由刑，就是可以判到50年、60年的徒刑取代无期徒刑。哪一天我们的社会变得比较和谐的时候，那我希望可以用比较短的，啊，譬如说20年的有期徒刑来取代长期自由刑。那我们目前的发展是到达这个，我们只废掉不依死刑，然后没有杀人罪的还有一些死刑，只是司法比较自愿，司法现在判只判杀人罪的死刑啊。我们目前到这个阶段。那监狱行刑的目的是在考核你这个人在社会化的状况，结果你预先说他不可以假释，这个恐怕违背权利分立原则，有违宪之余的哈。那各位可能知道，过去为了要杜绝贪污，贪污犯不可以假释，变成一个立法上的一个笑话。贪污罪没有比较可怕，也没有比较可恶，比他可恶的罪还很多，后来还是删掉了哈。好，下一个。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杀人罪哈，当然我们没有经过正式鉴定，但是看起来很像是精神病患，啊，看起来很像。假设他今天鉴定的结果真的是精神病，符合刑法19条那种，我们一般，以前把它称为叫做精神丧失的，那个是要判无罪。如果到精神耗弱是要减刑，一减刑之后，你想判死刑也都判不了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社会怎么可以容许一个精神病患啪啪照？这个是社会的耻辱嘛？我们的社区医疗没有建立，我们公益制度没有，公共护资制度没有，我们的防护网通通没有，而不是做不好归零，让死刑犯不是让精神病犯到处犯案，然后才需要用死刑来威吓，做不到的。死刑就算只要杀人唯一死刑，也吓阻不了精神病犯杀人。所以这个不是刑法的轻重问题了哈，也不是死刑存废的问题，这个是有待我们社会全面去改善的问题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个草案的2项哈都不可行啊，我希望立法委员可以把它撤回提案，法官要不要判死刑就让法官个案去决定就好了。好，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毅敏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一样是12分钟。非常谢谢我们司法的招委哦，就是今天愿意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再办公听案，然后听取各方的意见，针对这个修法的意见哦。那我很希望各界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是非常理性的探讨哦，不要用非常情绪化的这样的字眼哦。那很可惜哦，我在一份的书面报告，这是某位法官哦，我希望可以修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立法委员这么想杀人，干脆删除刑法第19条，敢不敢？我抗议这样的字眼哦，就是说立法委员。这对立法委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当的指责哦。没有立法委员想要杀人，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一个立法跟修法。我希望与会的既然是专家学者，我希望大家尊重自己的专业，在遣词用字上面可以回归到一个非常理性的讨论。你可以有你的主张，但是用这样的字眼说立法委员想杀人，我必须表达非常严正的抗议，而且应该要收回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哦，非常的不恰当。请尊重立法委员的职责职权，也请尊重自己的专业哦。这么不恰当的，而且是在今天公听会的书面报告的呈现，我想针对这一点呢，就是我必须指出来哦。那我希望大家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修法意见，今天是个公听会都非常好，但是写这样的一个意见，本席就是觉得不妥，这是藐视立法院哦。那接下来呢，本席要针对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条的内容哦，提出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哦。那第一个部分，我想听了非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哦，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只针对杀童案需要再提出特别的271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我想大家观察一下台湾的社会的舆情，历次来重大的社会案件当中，成人之间的杀害案有没有引发这么巨大的社会的讨论？杀害幼童的每一次，哪一次没有引发社会这么大的震撼？大家别忘了，从台南的方姓男童在汤姆熊被割喉，引发社会非常大的震撼；从北投的刘姓女童因为被潜入的这样的歹徒割喉杀案，引发社会非常大的震撼，再加上最近这一起的案例，小灯泡的案例也引发社会非常大的震撼。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在前一阵子，就在这个小灯泡事件发生之后，在台南传出一起疑似又是女童被割喉的案件，民众的情绪是他们直接杀到了警局，要警局把这个人交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些群众太过激动了，但是我要问各位，为什么其他的事件民众没有这样的反应？在这样子杀害女童的案件，民众为什么情绪如此的激动？大家可以说这些民众不理性、民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杀害女童这件事情，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在公共场所被杀害，被无端的杀害，这件事情是不是让很多的台湾民众觉得完全是看不下去了，觉得已经踩到了基本的人类的，你对于保护一个孩子没有办法保护，你一个人竟然可以去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大家的道德已经到了极限了，忍不住了才有这么冲动的行为，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所以刚刚有很多的与会者说，为什么儿童要特别订定？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特别订定儿少法？在儿少法里面订定要加重情形1/2，为什么？因为孩子还没有能力自我保护啊，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任何一个大人，你刻意要去欺负一个小孩，去伤害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觉得不允许，不仅在道德不允许。在法令上面，我们也试图透过法令去告知大家，一旦你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必须负担更大的在法律上面的责任。它的道理就在这边啊。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法条，我们先要把这个道理说通。为什么是杀害儿童？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啊，说杀害老人不用吗？我们原本就有杀人罪，为什么杀害儿童认为还需要特别订定？那是因为现在社会有这一股声音，有这样的一股声音，每一次的判决之后都会让大家觉得不能满意，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司法判决。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回归到我们的社会现况跟事实，大家来讨论为什么今天需要提出这样的修法。老实说，如果我们的刑法271现在所有的判决大家也都满意，也都接受，觉得还给孩子司法正义，的确如大家所说，我们大可不用再提出增订修法的意见。如果现况大家是满意的、接受的，的确不需要。那今天为什么要提出来？我跟各位报告，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从第八届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我刚跟各位报告的，已经有连续几起杀童的案例，不是只有单一一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壁邻近的日本国家。很多人说，如果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法令，台湾就会变成不文明。请问日本有不文明吗？日本在今年的3月25号，日本的法务省又执行了2名死刑犯的死刑，其中一名就是杀害9岁女童的死刑犯。所以日本有这样的案例。我试问各位，近几年来，刚刚也有人提出报告，台湾有执行过任何一件是关于杀害幼童的死刑的案件吗？我们的司法体系有做过任何的判决吗？从来没有，所以当然也不会有执行。所以大家说，
我们的法令已经够用了，我们的少法加重情形二分之一，所以不需要。那我要请各位看看的是说，那实务上呢，我们用了没？有用出来吗？如果都有，我说都有达到，很好，表示我们的法律已经够用了。那刚刚也有人提出来说是执行面的问题，说得太好了，正是执行面的问题。刑法二七一条已经有定了，为什么我们其实判不下去，判不上去？理由何在？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了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实务面，我们没有做这样执行嘛。那我们感谢刚刚有专家学者提出很好的，比如说量刑系统，这是非常有正面积极的意义的。如果在目前法令没有修法情况底下，量刑系统就是去把它做好，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杀害儿童，或者是你去伤害儿童，就是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我们刑法二七一条到目前我们没有废除死刑，就是有死刑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建议，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模式，怎么样让我们的司法判决更符合孩子的公平正义。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大家是可以来讨论的。那法务部也提出来，如果真的要修法的话，我们现在二七二条，大家刚刚讲的一些论点，别忘了，我们二七二条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我们其实就是死刑跟无期徒刑。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修法意见，只是比照二七二的法义而已。那刚刚有一位法官说，杀害直系血亲亲属跟杀害儿童，哪一个最重？他认为是杀害直系血亲亲属。我想这件事情还有待社会来讨论。不一定是这个答案，为什么？杀害直系血亲亲属可能是成人之间的谋杀，有恩怨呢、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社会的愤怒是如此的巨大？家庭之间的悲剧还不见得引发社会这么大的一个抗议，就是因为他伤害的是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这完全违反了我们一般人对于正义的看法，伤害了人民的情感，所以才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要论说杀害直系血亲亲属跟杀一个幼童，哪一个在法令上面应该接受更严重的惩罚，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到我们国内的儿少法的精神，大家在讲的都是你一个大人去杀害一个未成年的手无寸铁的这样子的儿童，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应该要去加重的，就是应该要去惩罚的。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道理走到世界其实都会是通的。所以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伤害孩子的事情是要特别规定的，联合国要特别去订定儿童权利公约？为什么在很多战乱危机的时候，为什么优先讲的都是儿童？儿童要优先，就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他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保护啊。所以如果有任何人以他为对象试图要去伤害甚至是剥夺他的生命的话，我想这不仅是法律上不允许，很多人在这个情感上面，在道德的红线上面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不是个别的立法委员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从上一届就开始研究这样的一个议题，试图要解决这样的议题。大家可以不认同这样的修法方向，但是麻烦拿出更积极具体的办法，到底怎么样的做，我们才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多人把说改善这个问题的现象跟修法完全画上等号，我要告诉各位，改善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要很多的配套。我个人担任卫环委员会的招委，我也在上个礼拜我排社会安全网的探讨，这个是从预防面。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那回归到这个已经犯案了，在司法上面到底他要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我们什么样的量刑其实是合情合理合法，什么样的量刑其实是可以还给孩子司法上的公平正义。所以请不要混为一谈，不是只处理这件事情。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刚刚大家提到有关于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遇，
药酒瘾，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来防治？我们怎么样去强化家庭教育？我们怎么强化学校的安全系统？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该做，但是不代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不能来讨论刑法上面还有没有修法的空间。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大家。谢谢王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徐志荣徐委员发言。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好，这样徐委员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修法哈，因为有两个法案，一个法案是271条之1，是我们王益民委员所提出来的修正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77条272之1，那是关于这个不得假释的这一部分呢是。即77条了哈，对不起，是由我们徐志荣委员提出来，所以他们等于是有一点也做这个提案这个提案的报告的意思。好，现在我们请徐志荣委员发言，谢谢。大家好，主席，我是不用12分钟的，我可能2分钟就可以了。针对假释的问题，因为一般重大的这些嫌疑犯罪者，他对无期徒刑啊，他并不怕他了，他怕死刑而已。如果无期徒刑，你又还可以假释的话，时间到了他又出来，大家可以去看看，有多少被判假释出来以后又再犯案的。有一个邱志明先生，杀了14岁的女童，假释出来又再犯案，又再杀人，又再进去。进去再出来，又再犯案再进去，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天提案说明的时候，我记得法务部次长说不得假释，好像是酷刑一样。啊，在美国判无期徒刑，几乎进去都没有出来的。所以说，法务部次长他也讲说，法官会对这个杀害幼童的假释会很慎重的考虑怎样怎样。那我，好吧，如果可以假释的话，法官这么有自信的话，你就要有把握，你假释出去的人不能再犯。万一他再犯的话，你这么有自信，你这么慎重的给他假释出去，法官跟犯的案子的那人一起连坐，如果这样子的话，讲的我们就是怕说那个杀害幼童的就是很可怕的人，你又放他出来，所以我们提的不得假释，用意就在这边。市长还说这个是酷刑，那有把握的话，法官就请慎重的，可以给他假释的，你再判给他假释。万一假释出来，再出事情，法官连坐。谢谢。啊，谢谢徐委员的说明哈。接下来我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吴盈德吴教授，谢谢。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委员及各位先进，大家好。这个，在两位委员之后，这个感觉心里有点沉重哈。不过这个，也跟着在我的老师之后，刚才这个基隆地院陈志祥法官他的这个发言之后，所以其实就老师的部分，我尽表赞同，我实在没有太多可以批判老师的部分哦，但是我就我自己提出一点小小的看法哦。这个关于针对提纲哦，他国针对这个视同案的这个刑责跟立法上面的参考的部分哦，我先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哦。首先在我想哦，这个案件之所以受到这么密切的关注，当然就跟最近这个杀人案哦有这个杀童案有很大的关系啊哦。那这个，事实上我们这几年哦，这个人血的这杀人案呢，这个杀童案其实凶手都有几个特征哦，也就是说他都选择弱小没有抵抗力的幼童哦。那么但是很特别是，如果各位注意看最近这个媒体上面的报道，这个凶手在被追打的时候呢，他还会喊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样子哦。所以可见呢，他们对于这个环境呢以及这个受到迫害的情况的时候呢，他懂得要呼救。好，他懂得要呼救，他很了解说现在这个情况对他来说是非常危急的。那所以我想哦，就这个情况看起来哦，我并不觉得哦，并不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不是医学专家，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出明确的判别。好，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事更严格的医学上面的鉴定？好，
因为在这一类类似的案件发生之后呢，其实不外乎大家所讨论的都是他是不是精神病患啊，他是不是有精神丧失的状况啊。那我举日本的例子为例啊，在2001年的时候呢，日本的大阪的池田小学啊，被人家闯入啊，那么这个凶手呢，他持刀杀了八个儿童，那另外造成15个人受伤。那日本社会呢，就产生极大的震惊，发现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日本的刑法在39条的规定呢，如果你有精神丧失就不罚，精神耗弱呢是得减刑。好，所以这个案件的审判焦点就在于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这个加害者，好，这个犯罪人啊，他到底有没有精神问题？好，那后来呢，医学的专家去鉴定，而且还把他做了核磁共振。发现呢，他脑部呢真的是有异常的，是有病变的情况啊。但是哦，但是法院仍然认为呢，纵使他在医学鉴定报告上面他脑部是有病变的，但是呢，医学专家认为呢，这个脑部的病变呢，并不会影响他行为的辨识能力。好，换言之，他在行使或者在从事这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一个精神丧失或者是精神耗弱的状态哦，所以日本的法院呢依旧对于他处以极刑。好，所以这个判例呢，其实对日本社会就产生极大的影响哦。他们认为呢，为了避免哦凶手会装神弄鬼逃避刑责哦，所以严格的医学鉴定呢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好，所以我想我国哦，在最近这几年这些连续杀童案的案件哦，其实都有一个特征哦，就是在法院实质审理的过程中呢，其实都会做有关于精神鉴定的部分啊。那当然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啊，我并不了解我们的医学专家在从事这方面的鉴定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严格，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严格，还是说只从一些行为的表征上就来认为他已经达到精神丧失或者是精神耗弱的状态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哦，或许可以让大院来做一个参考哦。那么第二个呢，是有关于我国这个刑法增订这个视同呢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个法理探讨的跟实务操作的部分哦。我想刚才各位学者专家都有不同的见解哦，有的认为呢这样子会压缩法院审判的空间啊，或者是法官这个释法上面的空间被压缩了啊。那有的认为呢，这个是有它的必要性啊。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哦。其实应该要从实务面上面来看哦。其实就如同刚才很多先进提到了哦，在两公约通过之后呢，其实我国的法院的法官在适用上面呢，其实已经尽可能哦，尽可能从客观的数据上面来看，已经尽可能不去判处死刑啊，尽可能不去判处死刑了。但我想这个部分哦，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这对于民众的这个法感情哦，脱离是非常遥远的啊，是脱离是非常遥远的哦。这个如果假定是这样子的情况哦，如果假定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立法者透过立法手段来限缩法官在释法上面的空间哦，未尝不可，未尝不可啊。那么其理由其实很简单哦，如果法条是这样子规范，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法条是这样子规范，你就这样子判就好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其实刚才很多先进都有提到，包括刑法的59条以及包括联合国的两公约，其实法官他都有他释法非常大的空间，所以我想如果大院真的觉得这样子的空间还是有点大，必须要透过立法来限缩的话，我认为未尝不可，我认为未尝不可，钢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律法虽严不上无罪之身，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其实我并不认为有严刑峻法没有它一定吓阻的效果哦。当然不外乎很多学者先进都会提到，这个你纵使有判处死刑，还不是会有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哦。但如果依循这个逻辑脉络的话，那整部刑法都可以废除了哦，因为强制猥亵罪也是有规范啊，但是在捷运跟大众系统上面不也是有人会同样强制猥亵别人吗哦？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的话，我认为是不是我们应该把刑法废除啊？所以应该不是做个案上面的考量哦。有些个案他没有办法受到拘束或约束哦，并不等同这个法律系统是失灵的，也不等同这个立法是有问题的。我想应该要这样子来看啊。那么第三点呢，是有关于提纲的部分哦。
有关于趁处这个死刑，可不可以遏阻这个视同案的发生？可不遏阻啊？但如同我刚才所提到的，的确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一定会有遏阻死刑的死刑的执行，未必能够遏阻这个视同案的发生，的确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呢，但是哦，我觉得如同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现在除了法院在客观面上面，其实事实上并不会主动去判处死刑哦。第二个部分，刚才先进有提到，就是法务部在执行死刑的部分呢，其实并不会很快速的执行啊。其实刚才应该要更正一下先进的数字哦。刚才这个中央警大的教授他提到是我们的死刑犯有40名哦，但我昨天所查的资料，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查错，目前尚未执行的是42还是40？42啦，应该是42位哈。所以其实哦，其实我想法务部明确的执行哦，我认为它还是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其实对于民众哦，或许在情感面上面哦，情感面上可以得到比较大的这个慰藉啊。当然，我相信 Face 联盟一定也有他们的主张哦。但我国目前现阶段刑法就是有死刑的规范。如果各位觉得死刑是个酷刑，甚至是不人道，甚至违背世界之潮流，那么请修法，把刑法里面的死刑把它废除，这个是最明确的方式啊。不过，我想根据民调的数字哦，目前大多数的民众并不主张废死。换言之呢，甚至有些部分的民调呢，如同刚才有先进提到的哦，甚至也支持说，如果我不废死，但是我选择终身监禁，可不可以？好，那么也有高达53%的民众哦，是选择愿意用永无假释的方式，终身监禁来替代这个死刑的。好，所以我认为啊，我认为这个部分呢，或许可以让大院来参考了哦。那么最后一个，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哦，也就是关于这个死刑的执行的部分哦。我想世界各国都有他自己的规范，当然我们刚才很多先进都提到两公约的部分哦。这个就以日本为例好了哦，日本依旧还是维持死刑的制度啊。那么美国50个州呢，目前呢还有31个州还是维持死刑的制度，31个州啊。所以换言之哦，我个人认为，有没有死刑其实跟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而且甚至呢，国家的刑事政策或者是立法政策呢，是不是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国民的情感哦？国民的情感，就像日本每一年都补金，那么每一年这个世界的补金团体都抗议他，都说哎，你们补这么多金鱼哦，这个海洋生态都会遭受浩劫哦，所以不准日本再补金。然后那些这个护金的团体哦，就在他们那个补金船的周围这边环绕哦，不让他日本的补金团体去补金这样子哦。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坚持啊，他说这个补金是我们日本长久以来的传统，他还是坚持要补金啊。所以我想国家在自己的这个政策哦，或者是法律面的思考哦，是不是应该优先于其他公约的考量？好，请各位思考这个部分啊。而且另外最后一点哦，关于两公约，有关于两公约，至少我看到，除非我理解错误哦，在两公约的第六条的部分哦，它其实也没有提到说，也并没有提到说，精神丧失或者是心神耗弱的人是不可以判处死刑的，他也没有这样子提到，除非我理解错误啊。所以以上哦，向在座各位先进就教哦，谢谢。谢谢，感谢。接下来我们请欧阳宏律师。来自群盛国际法律事务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群盛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欧阳宏律师。好 ，OK。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很简单的针对大家所想出来一些发现的一些问题啊，简单一下表达一些意见。好 ，OK。那首先我们从这次至少可能已经有提出来一些修法草案过来看。好 ，OK。那么是提到说，有关于目前为止
对于所谓的杀害一个未来生命期间可能还很长的一个幼童这件事情是一个罪无可赦的一个情况。好 ，OK。那么如果考量到是不是杀害一个幼童，以及年纪非常小的一个幼童，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与刑法第274条相较的话，那这个时候274条面所规定的生母杀婴罪的本身，这是不是更严重的剥夺了所谓的孩童的生命权这件事情？生母杀婴罪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刑罚并不是更重，它反而是更轻，它所规范是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我们如果谈到是生母杀婴的话，那么这个婴儿很明显的他应该是比12岁以下的幼童啊还要更年轻的生命。所以纯粹就立法理由里面所说的针对所谓幼童这个概念，就应该要苛加以更严重刑罚这个概念来说，274条这件事情反而与所谓修法理由这件事情本身是完全相抵触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过来看，274条如果这个条文还是存在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本质上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单纯的针对所谓的年龄这个因素来作为修法上面加重刑罚的唯一考量。从这个点过来看，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从立法理由里面，我们必须要看以年龄为加重刑罚为因素的时候，这样死刑的一个处理，这样的一个死刑考量，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违宪的一个问题？从这次修法理由里面来看，我们看到委员里面可能提出的一个说法是在这个样子的哈，他说，由于啊。有个第五点呢，他说根据实务经验发现，杀子自杀案件中，我们要考量到加害者往往出于经济困难、家庭婚姻冲突、健康不堪负荷等多重压力，而考量其犯罪情况堪属可悯，而应该有死刑以外的一个量刑考量。好 ，OK。所以换句话说来，一件事情是，似乎从立法理由里面来看，仅仅只有这种所谓杀子自杀的案件里面，你才有可能去适用这次修法草案里面所说的另外一种死刑的替代刑罚，也就是无期徒刑。反面推论是，如果从这次修法理由来看，那么今天当你杀害一个幼童的情况底下的时候，这很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死刑考量。如果法官真的去用这样子一个处理，当然我相信在座会有绝对最睿智的法官存在，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一个立法理由，而不让我们所谓的执法者或者是审判者认为说，只要今天并不是属于所谓的杀子自杀的案件，就成为所谓唯一死刑考量。那么这样子一个考量点，就必须要去思考，这种唯一死刑的制定，它是不是有可能违反宪法？那我们从立法所谓的比较法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刚刚也有提到所谓过酷刑罚这样的概念，这其实是美国的宪法第8修正案里面的一个问题。宪法第修正案里面禁止就是所谓过酷刑罚。而过酷刑罚概念里面包含两个子问题，第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透过所谓类型化的方法来禁止所谓死刑的一个适用，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死刑的适用很明显的，它必须要考虑到比例原则上考量。从这个角度过来看，第二个点很明显跟我国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这是有相类似、异曲同工之妙之处。换句话说来讲，从最基本的从比例原则考量里面过来看，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连接到刑法第50条，也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针对每一个被告、每一个触犯严重刑罚的一个被告，他的每一个因子量刑上面来讲加以考量，而不是一概的给他加以死刑。第二个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类型化禁止概念，它所指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科诸以过加严重刑罚的时候，尤其是死刑，这是最严重剥夺生命权的刑罚，那么你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是不是仅仅只有在某些特定类型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应该考虑到死刑可能是不应该施加下去的。在这个地方，譬如说美国宪法，他们就会最高法院就会说，如果今天我们杀害我们今天是考量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他今天触犯了谋杀罪的时候，这是不可以去科加死刑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所谓的能不能够去科加死刑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在法律上面来讲说死刑是违宪的这件事情，必须要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那就是你必须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变动化基准。今天当我们在谈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科诸所谓的杀害未成年儿童唯一死刑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量到的是，这今天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不断演进的一个适当化基准，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今天必须要针对每一个杀害幼童的人都苛加死刑的这样子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因此这边我就是我非常 follow 之前各位先进学者所提的意见，其实今天这个问题是量刑的问题，
不是法律的问题，不是修法的问题。原本271条杀人罪里面就已经处理到了所谓的杀害幼童这个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做的不是立刻去修所谓的271条或者增订270条文，而是应该赶快去再去思考我们今天的量刑基准上来讲要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去考虑到所谓身被害人的身份问题。因为今天的问题点应该是，也许我们应该这么说，57条基本上来讲他并没有考虑到到底要怎么样去苛加于死刑，他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出明确宣示，因为他考虑到是犯罪动机手段等等。而事实上来讲，你会发现手段这件事情原本就已经是在所谓57条量刑考虑里面的这情况，所以这应该是委助于法官来判断，而不是由立法者来判断，因为每一个个案它都应该是不一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某种程度上因为57条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事实上来讲某种程度上法官在量刑的时候说不一定，我们可以看到是被害人身份原本就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57条一个考量要素。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量刑的基准，我们应该要让每一件所谓的量刑上的要考量点都能够让我们能有一个遵循这样的一个依据。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有关于是不是可以苛加死刑，我们也更进一步可以看到下一个问题点，就是最高法院已经明确指出是不是可以刻意死刑，应该要考虑到的是所谓的教化可能性。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更应该会去思考 回到原本刑法最基本学理，那就是原因决定论还是原因非决定论。也就是今天被告也就是所谓行为人，他之所以杀害这个幼童，这到底是被告这个行为人的问题，还是这是我们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掉社会环境对他所加诸影响，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考量到这整个社会在原本这样子一个被告他幼年的时候，他到底我们施加了给他多大的压力，是不是给他多大挫折感，使他根本没有办法兼容于这个社会情况底下的时候，单纯的因为他现在的杀人一个行为而把所谓的死刑这个刑罚加在他身上，这到底是不是妥当？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社会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环境给他加注了什么？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加以反省，而不应该是让被告一个人来加以去承担的一件事情？在我很快再看从立法比较法上面来问，刚刚有相当多的先进有提到，是不是有各国其他一些立法也都有类似的一个所谓的针对伤害死这个杀害幼童这个部分啊，可加以严重刑罚的一个规定？我仅提出否定意见，也就是目前为止至少我可以观察到，在美国以及刚刚提到的美国及英国的立法上面来看，这并没有针对所谓的幼童这个部分来把它加成为所谓的这个杀人罪的唯一一个考量。好 ，OK， 这我特别去解释一下。在美国刚像是李旭明顾问 ，OK， 我私下也跟他讨论，在美国所谓的这个 US Code， 这是第1110条这里面的规定，那个部分有关于幼童那件事情，请留意到，原本所谓一级谋杀罪，它就是针对所有的蓄意的恶意的杀人的行为所做的一个规范，这并没有考量到被害人的年龄，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它里面之所以会提到幼童这个字，它有提到一个 child 这个字，那是因为如果今天你不是蓄意的恶意的杀人的时候，而如果你今天是你在一个长时间虐待儿童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执行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谋杀。换句话说来讲，当你考虑到幼童的时候，不是单纯考虑到他年龄，不是单纯考虑到他的被害人身份，而是考量到今天被告是不是长时间以一种虐待的情况底下，以这样的行为模式，你才有可能把原本的这样子一个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把它论定为谋杀。换句话说来讲，像是美国刑法 US Code 1110条这个规定，它原本有关于幼童这个部分，它是过失犯的立法，它不是故意犯的立法。这件事情我必须要特别澄清，它只是把所谓原本长时间不当的对于所谓的幼童虐待这个概念，把它如果导致幼童虐待被虐待致死的情况，把它拉住到所谓的一级谋杀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回来讲，刚刚所提的一级谋杀、二级谋杀的立法，基本上来讲，在我国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原本在美国刑法底下，一级谋杀罪它就是针对所有的蓄意的恶意的杀人行为，把它定义成为一级谋杀罪，而所谓二级谋杀罪，它本质上那叫做过失犯，它是鲁莽的杀人。那个叫做过失犯，所以二级谋杀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只不过是过失犯的一种加重形态而已。所以你根本不会因为今天是不是一个行为人的一个所谓的被害人身份他的年龄或者身份，而把他忽然间刑罚加重或者是提升，甚至是额外的立法，根本没有这个情况。那同样的道理，你再去看英国的刑法的规定，英国的刑法它里面所说提到，虽然也有提到幼童，那指的是如果你一样哦，跟刚刚的美国刑法很类似概念，如果你是必须是虐待，或者是性虐待，或者是所谓的叫做或者是一种性的一个侵犯，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它认定为谋杀。换句话说回来讲，
那是一种结合犯的形态，而不是单纯的无差别杀人，或者是单纯考量到年龄身份的这个问题点。所以这是以上针对法律上面讲，我特别在强调，至少在美国刑法、英国刑法上面讲，并没有类似我国这次修法草案里面所加以考量的因素。那我很快再强调最后一个概念，那就是真正关键点，我们应该考虑到是我们究竟要怎么量刑，还有我们的监狱到底要怎么样去教诲这些所谓的被告。真正问题是我们也许社会里面并没有真正负担起我们所有的人所应该要负起的责任，也许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当我们把每一个我们所不乐意见到的被告放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发挥所谓的教化的功能。西元1970年 Martinson 他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监狱这个概念，西元1970年代他告诉我们说 Nothing works， 这一切是没有成效的。他告诉我们说，当你把一个人放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所谓的遏阻犯罪或者是使犯人改善的一个情况。那是西元1970年报告，但是西元到21世纪以后，我们所发现到一个状况居然是不太一样了。我们看到的是 something works。如果你今天在监狱里面，你有好好的教诲一个被告的话，他是有机会改善他的再犯率的，他们是仍然有机会被教化的。而我们所看到的状况，其实是在目前为止，我们对监狱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教诲这些人的，我们是一个教诲师要负责352名收容人的教化。这是民国100年我们所做出来一个研究，问题点在这里。问题点是在监狱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教诲这些人？以上，那么希望这些意见能供各位参考，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智策国际法律事务所黄志豪律师。主席，大院的各位委员，在场的各位委员，然后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媒体朋友，各位好。那么我是智策国立法律事务所的黄志豪律师，今天邀请来这边被邀请来这边这个公听会发言哈，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但是在分享看法之前，我想先报告几个简单的事情啊。很可惜的，刚刚我们提案人的这个王委员还有那个徐委员来不及停下来哈，来听一听我们后续有的讨论，这一点很可惜。那么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在讲之前呢，虽然讨论的是有关于杀童的犯罪是应不应该是所谓的唯一死刑加上无期徒刑，死刑加无期徒刑的情况，但是我想要先提一个重点，今天并不是针对死刑制度存废的辩论，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才在4月7号郑捷案在最高法院的辩论里面，跟最高法院的法官详细的报告了有关死刑违宪论的问题。但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从立法的政策观点，从犯罪的预防观点，以及行为的矫治观点，来看一看这样的立法到底会不会有任何实际上的效果。那时间很宝贵，我先讲结论，答案是不会，答案是不会，而且是违宪的，而且是违宪的。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先讲一下我的理由哈。在今天的整个论述过程里面呢，我当然头脑没有很好，但是以我多年学习法律、执行法律，以及身为一个心理学的攻读或者研究，以及精神医学的研究者的观点来讲，我发现大家对于精神医学、心理学以及法律相关的规范有非常多的误解跟奇怪的想象哈。第一个我最常听到的是，因为民意认为法官不判死刑，所以我们必须要改革审判程序，速审速决，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法律，通通立下唯一死刑以及无期徒刑的一个严刑峻法。但是各位应该可以理解，事实上来讲，法律的规范是属于立法的程序，审判的过程的重点在于基本权的保障以及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解，至于执行以及实际的定刑论罚，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裁量权在谁手上？在法官手上。除非今天我们剥夺了法官对于事实的裁量权，全面改用陪审制度，也就是让人民去判这个人有没有死刑的必要性，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一个司法的实务体系里面，终极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性的去剥夺法官的裁量权。除非我们希望把刑法第50条、57条、59条一切具有裁量性的款项通通拿掉，立法实务上可行吗？我觉得会有问题。那么
回头来讲哈，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讨论到271条之一杀童唯一死刑或无期徒刑这个罪的时候，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一个地方哈。第一个，我想从有关于立法政策的部分来谈这个问题，也就是犯罪学的部分来谈这个问题啊。在法律上或者实务上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人会在没有动机的情况之下，对素不相识的小孩子去痛下杀手？各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在实务上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90%甚至95%甚至98%的犯罪，它是有动机的。这是为什么刑法上必须要有这些第57条等等有10款，来让这个法官做量刑的盘点，来让检辩双方做量刑的辩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心智跟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个案进行裁量的必要性。换句话讲，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回头去审视这些随机，所谓随机指的是没有理由哈，其实不是没有理由啦，是我们找不出理由啦。这些随机杀童的犯罪人，你会发现他们有两个惊人的相似处。第一个是自毁倾向严重，自毁的倾向，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存在社会的必要，他想死，但是呢，他希望透过国家的手来毁灭他，因为他没有勇气自毁。这种人通常在他的过程里面充满了人生的虚无感。换句话说，他一开始动手就是瞄准小孩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抵抗力，而且我很确定，我这样做之后一定会让司法送我上断头台。换句话说，他是来求死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是特别对于他的行为，因为精神障碍或者其他的心智疾患而没有辨识能力或者没有控制能力的人，这一种人就是我们在刑法第19条第二项所特别提到的问题，也就是刑事责任能力本身受到减损或影响的对象。在精神医学跟心理学的实务上来讲，这种人就是病人而不是罪人。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事实上来讲，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值得辩论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来说，这两类的人是现在随机杀童案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以这两类为犯罪的一个基本动机，或者没有动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271条之一定入了明定杀童者唯一死刑或无期徒刑，行为上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会得到什么结果？很简单，你鼓励了所有希望取得死刑的人通通对12岁以下的儿童犯下这个罪行，而且还只能针对12岁以下儿童。换句话说，在刑事政策来看，这一条立法将会严重的提高12岁以下的我国公民的生命危险。因为你阻止不了随机杀人犯，你赋予了随机杀人犯更好的、更大的诱因去追求死刑。那事实上，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讲，自始他就不知道这个法律对他的规范意义是什么。这是有关于随机杀人类型立法最吊诡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惩罚他，我们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吓阻的功能，但是我们却希望透过死刑去吓阻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部分，其实刑事政策上在过去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掳人勒赎是唯一死刑，后来刑事政策上其实证明说，当这个唯一死刑降低为相对死刑，就是有选择的时候，统计数字显示肉票的性命得到大幅度的保全，也就是绑票之后再撕票的比例降低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有后路走嘛，人的行为是这样子，所以换句话来讲，当你不给他后路走的时候，他有什么选择？杀一个人跟杀8个人对他的感觉是什么？没有差别的，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在法律上你没有给他任何回头的动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讨论有关于对于12岁以下的这种犯罪者呢，随机杀人杀童的一个犯罪者，有一个所谓绝对唯一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的情况，其实我们将会教导一件我们等于是在刑事政策上犯下一个很奇怪的矛盾，那就是我们透过杀害这个精神病患或者杀害不明了这个法律的意思的人来阻止
杀害未成年人的犯罪。那我必须举几个例子哈。1993年在英国呢，有几个十岁的，有两个十岁、九岁的幼童杀害绑票，并且杀害了一个3岁的幼童，这个叫 James Berger case， 过程非常的凄惨。2009年在英国一样，有一名11岁跟10岁的人，他们对于另外一对兄弟，也是10岁跟9岁，犯下了折磨然后残杀的罪行。这一类的犯罪之所以会呈现，是因为这些人的道德观跟道德体系没有得到建构，他的家庭环境通常也有问题。如果依照我们现在所提案的法条，显然的，我们必须对这些少年犯做出同样的处理，也就是我们在透过杀死这些犯罪的少年，来教其他人不要杀死犯罪的少年，来教其他人不要杀死这个未成年人。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以上的几点是有关于犯罪刑事政策的部分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比较学术的观点，也就是说所谓违宪的问题。简单的讲，我们现在在立法论里面特别要把12岁以下的人跟一般的人分开来看的用意何在？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把6岁以下的人再分一个等级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把3岁以下的人再分一个等级出来？所以12岁我们可能处死刑、无期徒刑，6岁以下处唯一死刑，3岁以下我们加一个凌迟，好不好？到最后这个分类会永无终点。那我的观点就要回到宪法来讲了。我们在宪法上有一个观念叫平等原则。平等原则的意思是说，基本上来讲，人不会因为你的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等等而受到法律不同的对待。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大家也可以理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一条新的立法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摆明了违反平等原则？也就是它的前提假设是12岁以下少年或者是未成年人的性命显然比一般人来的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全天下没有比剥夺儿童的生命更令人发指或者更令人齿冷的事情。但重点是，我们在法律上真的可以做出这样的区辨跟思考，去证明，去试着去说服别人说，12岁以下的生命，它的价值优于其他种类的生命吗？我想立法政策上必须要考虑到违宪的可能性。下一个部分啊，是我们之前在今天讨论的时候提到了几个不同的案例，引了很多不同的外国比较法。那我想有一个很特别的误解是，当我们引比较法讲量刑论据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引的德国法跟英国法，基本上这些国家是没有死刑的，他们讨论的是量刑的判断问题，它是没有死刑存在的。好，那当我们在引日本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件事情啊，日本的死刑确实存在，跟台湾一样，这个没有误会。但是日本已经明白的针对依照特别的死刑类型加以加重的这种观念，去认定它是违宪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刚刚有委员提到说，我们的271(1)的杀童死刑罪，应该跟我们的这个272条杀害执行血亲尊亲属的观念做类比，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272条的重点在于，除了杀人之外，它多了一个人伦破毁的概念，那是法律所要评价的观点。这第一个，杀童有没有这个观点？刚刚陈厅长讲得非常的清楚哈。第二件事情是，刚刚委员引的那个日本案例，在1973年4月4号，日本最高裁判所有关于就是昭和48年对于日本刑法200条的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在枝木杀害亲父事件的判决里面，已经明白讲那是违宪的，这是违宪的。德国也采取一样的观点。那我们如何可以在其他国家已经明白认定这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前提底下，主席不好意思，再给一分钟。如何可以认定这些已经是明白认定它去违反平等原则的前提底下，再去做这样的立法？我想，就如同刚刚季先进提到，实际上是一个立法的倒退，而且一开始已经有违宪的问题。另外一个情况是，有一些委员会拿它来拿这个法律来跟其他，例如说强盗杀人啦、强制性交杀人啦、海盗杀人等等这种所谓的结合性的犯罪来做比较。认为说，如果这些犯罪可以作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一个论据的话，为什么杀童不行？但事实上这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的犯罪，各位会注意到，它是不同的犯行结合的罪质，也就是强盗杀人里面同时包含了杀人的恶性，还有强盗的恶性。
强制性交杀人里面同时包含了强制性交跟杀人的恶性，也是所谓的结合犯。但是在杀童的情况里面，我们单纯针对犯罪被害的客体来做判断，这很可能会出现违反我们的宪法第二十三条比例原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讨论为什么二七一之一的杀童比起这些结合的重刑会有更高的刑法上的不法内涵。那这样的立法一开始我认为就会违反比例原则跟平等原则。就最后的结论来讲， 我想跟大院报告的是说，我可以理解我们希望反映民意的声音，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在讨论民意的声音之前，或许我们应该考虑到有关于刑罚的教化，有关于刑罚的矫正，是不是有可能透过单一的不断的提高刑期来达成我们社会希望做的这个目的。那最后的两个小小的补充，第一个是说，我想跟大院提醒一件事情，所有的自由都必然伴随着危险。作为一个小孩的爸爸，我很担心我的小孩在路上跌倒，被诱拐，被随机杀害，我非常的害怕。但我能够因此而不让他出门，或者是因此而把我小孩的监护权交给国家，请求国家监护吗？那是不可能的。随着自由而来的更多是独立思考跟理性思考的必要性，我想这些是公民社会需要被教育的观点。那么第二个是，我想大院的各位委员哦，是民意的发声没有错，但是在今年英国上议院的议员 Lord Purvis 来的时候，他其实讲了一个观念，他说各位虽然是人民选票所选出来的，但是你们有义务凭着良知去立法，在人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政策的走向的时候，带领人民走到更光明的一面去。今天的这个法案我想充分的反映了这个事情。那有关于一些鉴定啦，或者说精神医学啦，或者是强制治疗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就不在这边讨论。以上是一些观点，请各位参考，谢谢。谢谢。补充介绍，吴志阳委员也到现场，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台湾桃园地方法院钱建荣法官。主席，各位先生大家好。那个，我们今天哦，就是来讨论。说实在，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立法委员可不可以制定271条之一，也就是立法委员到底可不可以制定一个杀人的条款了。所以本来哈，就是在讨论立委可不可以杀人。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刚刚有委员指教了说这是不理性的，反而我一直觉得哈，这样的法律才是不理性的立法。好，这个也是我的结论。我这边先说明。那下一页好吗？抱歉，我想我会来这边，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有一篇投书，在风传媒，我有提到提醒立法员，其实说实在就是提醒立法员，提醒社会注意，如果我们要定这样的杀童条款的话，它真的会导致杀童。那我在文投书里面的例子就提到，不管是政捷，或者是杀北投国小女孩的龚崇安。或者是最近杀了小灯泡的王景玉，其实你从他的行为模式，跟他们的，跟甚至那个龚崇安的例子，士林地方法院就已经判决认定说，他就是为了要杀人去疏解他情绪上的压力，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个思维。没错，就因为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事实上会做这些这么不正常的行为的人，他常常就是所谓的精神病患，我们没有办法用正常的心态去理解跟了解他。所以你制定了这样的条文，下一页我们就说，与其我们说他会因为忌惮说他要杀小孩的时候会要杀的时候会想起来说，哦，杀小孩子一定会判死刑，我们说他就因而来助手的话，不如说，他其实就是借由这种杀人的手段去达到自己可以自残。也就是说，太多的例子就是他们根本不敢自杀，他希望借由国家把他杀死这样的一个作为，然后并使社会整个达到癫狂。我们现在社会前些时候就是一个癫狂的状态。所以卡缪，那个法国的思想大师卡缪形容的好，罪犯想要的不只是犯罪，他还要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幸，甚至是极大的不幸。当罪犯这种诡异的欲望膨胀起来，进而支配了他的行动的时候，死亡的威胁不但无法阻止他犯罪，反而让他更疯狂。于是他把杀人当作了某种寻死的方式。
我们都清楚，死刑不仅没有办法吓阻杀人，反而会促使更多人被杀。不要讲其他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到台湾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一天，没有放弃过一天法律上废除死刑。那么我们的杀人犯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用死刑去惩罚杀人犯，但是谋杀者并没有因而消失。杀鸡不能儆猴，哦，或者说到底干猴子什么事？英国以前啊，处扒手就是窃盗犯，扒手是处死刑的，而且是公开展示死刑，在那个绞刑台上展示死刑，上面在绞刑台杀那个扒手，下面扒手哈，他的同行继续在那边偷东西，因为人很多人在那边围观，更好偷，喝止得了吗？再下一页，事实上哈，其他早已废除死刑的国家，譬如欧盟，他们的我们都清楚，我们最喜欢去欧洲玩，欧洲的治安最好。所以欧盟的凶杀案废除死刑的反而没有因而增加，可是最爱杀人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执行了那么多的死刑，在现在联合国公布的资料里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不公开的资料，都还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可是这些强国人的犯罪，他们还是天天在杀人，犯罪治安最不好了。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大概中国是其中一个。杀人有意义吗？定这些死刑，所以我说没有人敢推论哈。死刑真的有吓阻效力，因为社会上永远都会有情绪不稳、铤而走险，甚至是病态的人，更不要说有太多人所谓的正常人是在不知不觉中会陷入杀人的情境的。我审过大概将近30件的杀人案件，有太多都是那个情杀谈判到一半，所以谈判的时候桌上绝对不要放刀子，他不小心拿起来就刺下去。请问他要刺的时候会想起说：“哎呦，杀人！”然后缩回来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陷入那个情境去杀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死刑是没有办法吓阻这些犯罪的。那一定会有人说，那死刑没有吓阻效力，那你能不能反过来说，那你也不能证明死刑真的没有吓阻效力？哎，要定死刑的制裁犯罪的人是国家呢，所以要举证的人是国家，不会是要被我们要被拘束的人民，从来不会是人民来做举证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办法举证证明死刑有吓阻犯罪的效力的话，那么他是连比例原则第一阶段的适合性原则都通不过的。我在模拟宪法法庭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再下一页，我在投诉里面特别提了一个例子，就是常常被我们学界或者实务界称为死刑制造机的惩治盗匪条例。好，它终于在2002年是废除了。那死刑为什么它叫死刑制造机？它从第二条定了10款都是所谓的绝对死刑的犯罪，特别是我举了一个第9款的例子，也就是所谓的掳人勒赎。掳人勒赎以刑法里面规定，掳人勒赎杀害被害人，也就是掳人勒赎撕票才有死刑。那掳人勒赎不撕票，在惩治盗匪条例里面规定，掳人勒赎就一定是死刑。那我这边提到嘛，严刑重法没办法吓阻这些穷途末路的犯罪者，而且让犯罪反而结果更行严重。请问这个时候你要杀人质还不要杀人质？留下的人质会指认你犯罪呢？掳人勒赎很多都是掳熟人，所以干脆把肉票杀掉，还不会指认你犯罪。所以这种说声称要掳人勒赎，我严刑重罚，你一掳人勒赎就杀人，结果不对，其实是他掳人勒赎以后，本来他可以不杀人，结果他反而杀了那个人质。所以我才说这种杀人条款根本没有办法吓阻犯罪的法律，它其实通不过比例原则的审查。那么我们现在立法院想要定的这个看似要保护儿童的所谓的杀童条款，我认为它注定就会变成一个置儿童于死地的凶器。我要提醒立法诸公，如果下这档条文如果通过以后，下一次再有精神不正常的人在街上杀了人，然后跟你说因为你们定了法律说杀童一定要死刑，所以我就是要来杀童，所以我才赶快判我死刑吧，请问哪一位立委要负责？要不要下台？哪一个人提案的这样的法律？你不止没有制止了他杀童，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杀童案件，那哪一位立委要负责？我想请问大家。再来，我在那个投诉里面提到的惩治盗匪条例，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个这样的绝对死刑。就立委常常说哦，因为我就是要限缩法官的裁量权，法官从来都不依法审判了。那我跟大家提这个例子，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那个条文，那个我要提的是4至263号解释的例子，可能在座有一些年纪人会比较会清楚，所谓的反攻意识马小兵，他们三个人去绑架一个大企业家，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张荣发的儿子张国明先生。好，那当初他被掳人勒赎要求5000万，马小兵他们是拿到赎款以后5000万，他当天就放人，
而且放走张国民的时候，张国民说我没有钱坐车，他还给他1000块、哦、然后下一页，请问没有撕票，鲁人勒索没有撕票的例子，一审、二审、三审的法官有帮他减刑吗？没有，一、二、三审全部都判他死刑，而且马上就确定，不到一年就马上确定的案子，所以都说法官没有依法审判，请问法官到底哪里没有依法审判？这个鲁人勒索绝对死刑，明明法官也可以用59条酌减，可是法官有减吗？没有啊。那直到那个四至263号解释，就是有马小兵台权会去申请这个解释，说绝对死刑是违宪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跟大家讲，国家要杀人的时候，是整个体系动起来，整个配合的。明明大法官通常都是在礼拜五公布解释，大家都清楚。那个案子大法官特别选在礼拜四，非常诡异，所以我说诡异的星期四公布了这个解释。为什么？因为礼拜五马小兵的死刑令就批了。所以非常那个时候同时间还申请非常上诉，最高检察署也是马上在隔天就把那个非常上诉驳回，然后当天礼拜五马小兵就他们三个人就执行死刑了。换言之，大法官提醒你说你可以用59条酌减，法官有吗？没有。然后大法官提醒说你可以用59条酌减，换言之这个案子可以去申请再审的，结果国家是整个毛起来通通配合，解释一公布，既然说不违宪，我隔天就把人给杀了，你完全没有办法有挽救的余地。我很不得不说，难道就是因为他绑错人了吗？他绑到了是谁？再来，我想跟大家提一个法官专业上的问题。其实刚刚陈金俊老师就有提到，我的见解就跟他不一样。各位看一下，如果我们的草案现在这样通过以后，我们的不讲其他法条，我们讲刑法274条，有一条叫生母杀婴罪，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很多所谓的产后忧郁，好，台湾的例子也很多，妈妈就亲手把婴儿给杀死了。那很多人就会说，那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判274条，是吗？我们来看我们的法律体系会导致什么问题？新法优于旧法。哦，吴委员这边，吴委员也是法律，也是律师，他清楚。这个时候新法是哪一条？271条之1哦，新法优于旧法哦，旧法是274条哦。好，那你说还没关系，还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对不对？那请问现在哪一条是普通法？可能很多人心里以为是274条是普通法。我有一个原则，一直不好意思写在上面。这边就是我要讲最高法院。我们最高法院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里面特别发明了什么？这边很多专业的实务界的工作者都知道，他发明重法优于轻法这个原则，也就是刑度重的优于刑度轻的。请问哪一个刑度重？我想不用比吧。好，所以最高法院的解释很可能最后生母杀婴罪会完全变成一个据文，然后这种案子就会通通变成用重罪优于轻罪直接执行271条的死刑跟无期徒刑。更不要讲刚刚欧阳红律师还提醒大家，我们立法理由就写得很清楚嘛，就是其他所谓的情堪敏诉的案子，我就说你还有其他足以同情的例子。我们立法委员的理由自己写了，经济困难、家庭婚姻冲突、健康不深负荷这种多重压力考量犯罪情节，情堪敏诉应有死刑以外的良心考量，所以我定了一个无期徒刑。换言之，这里已经是立法者跟你说，我帮你从死刑减到无期徒刑哦，你不能再给我用59条酌减哦。所以这样的条文如果通过以后，我跟你讲，我们最高法院是不是在法官是真的非常遵守法律的？他一看到立法理由这样写，最高法院再也不会，不要讲生母杀婴，其他刚刚我们讲的，大家都应该还记得那个脑麻的爸爸照顾儿子照顾到受不了，最后把他载到那个街上，跟他说：“我亲手我把你杀了，好不好？”如果那孩子未到十二岁，他这个爸爸就只能处无期徒刑了。我们这样讲。你真的觉得这样的量刑合适吗？所以我说光立法体系上就产生这个矛盾。再来，再来下一页，我想请立法委员告诉我，提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如果你要提的是肯亚还是哪里国家，我就不知道。先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刚刚有一位研究员也说那个美国的条文，那个不是，那个都是量刑规定。那个在限制法官的量刑，英美都是限制法官的量刑，也就是立法者直接定的法律，说杀儿童没有任何别的要素，杀儿童另外要处比较重的刑。告诉我，如果立法员提出的一个国家这样子规定的话，那我们就跟着走。可是没有啊，刚刚王委员在那边讲的说，日本刚执行了2个，对啊，日本是执行啊，他的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啊。各位看一下德日的立法令。德国的规定就是分成谋杀罪跟普通杀人罪。德国把谋杀写的定义很清楚，就是基于杀啊，抱歉，再两分钟可以吗？好，基于杀人的嗜好、性欲的满足、贪财或其他卑劣动机，用残忍、残暴这种危害安全的方法去杀人的人，这个叫谋杀。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找出可能有杀童的
真正杀童的例子。日本跟我国都有，都只有所谓的杀直系血亲，日本还有所谓的姻亲罪，就这样而已，没有儿童，所以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请看下一页，我们的问题在什么？这种诡异的杀人杀童的那案子，通常都是精神病患。可是我们的刑法十九条就定得很清楚嘛，精神病患就是，甚至他如果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的话，我们还判他无罪呢。那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减轻其刑。下一页，下一页。哦，好，所以我跟大家介绍，这现在刚刚一样有委员提到的汤姆龙的割喉案，或者是北投女童的龚崇安的案子，为什么都没有判死刑？说实在的，那个立法院开记者会的时候，后面就是列这两个例子嘛，然后说都是无期徒刑，怎么可以只无期徒刑？可是这两个案子之所以无期徒刑，就是因为他们都符合十九条必减呢，他一定要减呢，一定要减，你怎么判到最高的死刑？所以我才会提这句话。如果立法委员这么想要杀人的话，拜托你干脆删除十九条，你敢不敢？这句话我绝对不会收回。我也请立法委员听清楚，不然你就提案十九条废除。我请你拜托你提案这一条，我看你敢不敢。然后也提醒你，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才是立法院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的唯一。第一个首次的公约才通过的，要保障这些人，我们删掉这条好不好？我一直觉得重点在这里，欸，重点根本不是在那些其他条文，重点是在十九条。那很多人会说，哎，那个王浩姑姑那个案子，王浩其实他那个杀小孩就没有判死刑，对不对？对不起，立法委员，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到底有没有人在看一下判决书？那个判决书最后确定判决判的不是杀人罪，他是伤害致死罪，所以没有判死刑嘛。没有判伤害自己罪法定刑，没有死刑啊！你要他怎么判死刑呢？下一页，我今天特别一定要跟大家厘清这个观点。每一个人都喜欢讲曾文清案，就是汤姆龙割喉案，说曾文清说了杀一个人不会判死刑。好，其实真相是什么？各位有去看判决书吗？台南高分院的法官非常详细的研究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的心态，他其实是在激法官判他死刑，他不是不要死刑，他不是真的要去吃长期的饭票。各位啊，判决理由我写在这一段，你就看得清楚。他是要借由自杀数次的经验，他不敢自己自杀，他一心求死以图解脱，想死又怕死，所以在这种扭曲思考的折磨中，他已经被法官认定就是有精神病啊，产生脱离现实，几乎达到妄想程度，所以他想赶快多杀几个儿童。他杀一个就被抓到了嘛，如果你再不抓他，他可能会再杀第二个，就是这样子。他的目的是想要被判死刑，他的目的不是要吃牢饭。这才是真正的真相。可是我们到底有几个委员，或者是社会到底看了判决书没有？媒体一句话说他这样讲，然后你就不理他了。判决书后来都已经更正了，结果非常清楚，结果没有人要看，老是讲这句话。今天以后，拜托大家，就算不读判决书，我也已经拿在这边看了，请你看一下，法官写得很清楚，他不是为了吃牢饭而杀人，他是为了国家把他杀了而杀人。下一页，最后是。刚刚有委员讲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执行杀童的案子？拜托找一下好不好？马英九总统的政府一共执行了32个人，我去找了一下，这些杀掉的杀人犯，一共有10个。我这边最后还发现还有一个那个陈东龙的放火案，他放火那个烧死好几十个，里面有2个也是儿童，看一下好不好？张俊宏绑架7岁干女儿，10票被杀，他都执行掉了。张文蔚、钟德树、王国华，下一页，林金德。陈瑞清，这些都真的是残忍的杀人，都是为了要谋取一个保险金，或者是直接为了讨债就杀死母亲。王秀芳、曹天寿，这些人不就都是杀童的案子，通通被执行了吗？那你一定会说，那现在怎么还不赶快执行杀童的案子？对不起，现在42个死囚里面，我的了解已经没有杀童案子了。换言之，我们不是只有判杀童的死刑，法官还很喜欢判死刑。我可以提醒大家的是，这32件。我们已经执行了32个人，为什么我们的死囚还有42个人？因为在2008年开始，马英九这个政府执政以来，最高法院确定的死刑案件一共有47件，所以杀的还不够确定的多。谁说法官没有判死刑？法官好爱判死刑，为什么会说法官不判死刑？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法官到底哪一件案子没有判死刑？法官依据19条不能判死刑，他当然就只好不能判死刑。其他不能用19条的，法官有神经手软过吗？法官在这。不到8年里面已经确定了42件死刑，哎，执行的都还不够确定的多，法官哪里有不判？下一页，最后我想提的结论就是，民众真的可以不理性，拜托政府跟专业的立法者不要不理性，而专业的法官更不可以不理性。不是我今天声音大一点我就不理性啊，我现在就是在提醒立法委员们，真的要理性一点。
刚刚有委员提醒说，大家不要太情绪，要理性一点。可是讲不大声讲这样的话，但是却定出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条文，到底是谁情绪化？这种情绪化的条文怎么可以出现在台湾民主法治的国会殿堂里面？我认为这个法案根本就不应该制定。如果你一定要定这样的修法，我只能说这是一条错误的修法，它最后不会保护儿童，而且会一次杀掉两个人，也就是它会杀了儿童，然后再让国家把你杀死。所以这样的法律真的是奇怪的法律，它只管自己造成了谋杀，却从来不知道它阻止了哪一个谋杀。而事实上，儿福条例里面就有规定嘛，你杀儿童就是要加重，杀少年也是要加重。刚刚那个确定的执行掉的那十个案子里面，其实有一大堆少年法官也是判啊。也是判了，那你现在定这样条文是要告诉法官说，那杀少年的就不要判死刑吗？所以我认为司法实务其实对于真正残忍的杀童案件，从来没有手软的，都判了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很多无期徒刑都是法官不得不用19条嘛，然后他只能减轻嘛。所以从这个结论底下，如果一定要这样条文，我真的要提醒立委诸公的是，你到底是保护了谁？你真的是想要杀了谁？其实不只是杀了所谓你想要杀的杀童的人，你之前他必须先杀一个儿童了。这样的条文真的是荒谬到极点，我只能这样说。那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提那个无期徒刑的问题。刚刚陈志祥法官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就是一个对死刑、对监所教化的可能性的侮辱了，根本就是等于是蔑视我们监所可以教化的问题。哦，所以那个死刑无期徒刑要不得假释，其实是死刑的配套措施。如果死刑没有废掉的话，我们就直接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更是一个荒谬。中研院的民意调查很清楚就显示，当我们的无期徒刑有终身不得假释的时候，其实台湾民众赞成死刑的几率不到一半呢。也就是台湾民众怕的就是他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其实死刑就可以废除。所以立法院如果不管针对哪一个罪，你要制定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的话，拜托，请先废掉死刑，这个时候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至于终身不得假释的规定，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它也是违宪的，这个就后话了。谢谢。好，谢谢。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会议本来应该到12点，那因为我们发言的人可能就剩下几位，所以我们就酌延时间到发言结束，然后我们会议才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请刘志平，总召集人是66互同联署联盟的刘志平总召集人。主席、委员、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在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我要感谢这一年来共13场7600份联署，总共有430名大学生一起起立来投入这场联署的活动。我不是法学专家，今天我是以站在人民的立场的观点来看待杀童的这个议题。首先我必须要说，人性为本善，天生温循慈悲，人类犯罪乃出生于环境，而非犯人本身。也就是一个人犯罪，社会有责任，不能独责犯罪人，或者一昧责备废死联盟团体。但这个社会中仍然有少数人有着人性本恶的特质，我想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抑制人性中的邪恶。怎么抑制法？靠的就是要立法，但往往法律本身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法律规定的内容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则这样的法律执行便只是达到施政目标而已，即维持纪律统治的工具。因此，所谓邪恶立法的情况下，便无法予以避免。我在去年6月6号开始发动互通法案联署，至今，我主张若杀害15岁以下孩童与少年及蓄意杀害老弱妇孺者，应处以死刑。若判定罹患有精神疾病之嫌犯，经法官判处无期徒刑，则终身不得申请假释的一文条款。我想回复刚才稍早就是警大赖教授他所说的，我们不能只有保障儿童、幼童，我们也要保障一些65岁以上的老弱妇孺或是孕妇。这个权益的法案，我觉得他一定要纳入来去做一个修正。
很不幸的，在上个月31日又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随机杀童割颈事件。我非常懊恼，为什么我没有加速护童法案的联署？看到小灯泡如此可爱生命就这样走了，我感到悲痛万分。但我仍然关心法务部对于日后杀害儿童刑责的看法与诠释。在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委员会针对杀害儿童刑责是否调整的进行审议中，我看到法务部针对委员所提出的杀童罪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一文的建议中，法务部的回答居然是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现行法律针对杀害儿童的罪行都有加重刑责的规定，且国外没有相关加重刑责的特别规定。如果修法可能造成法官裁量空间受局限，我对法务部的说法感到非常大失望。那我倒想试问法务部，这样对受害者及家属还有什么公正公义可言？我想引用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说过的话来送给我们的法务部：西方民主模式本就不应无差别用于东方国家之上，过多的民主和自由只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维护人权方面的观点是尊重，而不是放纵。秩序先于民主，公义重于私利。新加坡式的严刑峻法就获得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同意，为什么台湾我们会做不到？我还有一个主张，就是修正刑法第23章286条，如果施以凌虐，设法妨害身体自然者、发育者，从原本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应该还要这一条法律还要再加重其刑。还记得去年爆发八岁女童校园割喉案，引发全社会的众怒，要求政府要立刻执行死刑。事隔一周后，法务部于6月5号一口气处决了6名死刑犯。这个很讽刺的是说，这与法务部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欧洲人权公约，这无外乎是自打嘴巴。台湾在去年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全球死刑处决率排名是第12名哦。为何死刑率、执行率排名12名的台湾，还会发生那么荒谬的数起的随机的杀童事件？从政捷捷运杀人事件到郑文清、汤姆熊割喉案、龚崇安泯灭人性割喉案，直到最近就上个月王景玉、丧尽天良女童割颈案，看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模仿效应。我今天的报告其实主要重点就是这4个字：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模仿效应了。无论针对现行的儿少法、刑法或是立法，我想必须义不容辞的建请委员应加速推动强而有力的吓阻法案。最后，我想给法务部几个建言：严刑峻法，不论对象，严厉执法，法律平等明确，威吓功能是建立社会安定与信任的最根本基础。我想，我再提醒我们的司法部长，就法务部长，近3年来杀害儿童主嫌他们所说过的话，我们再回忆一下。汤姆熊割喉案主嫌郑文清，他被抓之后，他说他在犯案前他有上网有查过，现在台湾杀1-2个不会被判死刑，顶多只是坐牢一辈子。他说他又说，如果警察没有抓到他的话，他还会继续再杀人，直到他被抓为止。在去年北市女童割喉案的嫌犯龚崇安落网后，向检方供称，他居然是想学政捷，原本还是要到捷运站行凶的，人潮太多打消念头，他最后才回到他之前所读的国小，杀害8岁刘小妹妹。上个月又更离谱，自称有精神障碍主嫌的王景玉，他居然说他只是直觉而已，随机挑上被害女童，还说他不会觉得对不起小女童。我想，如果今天无法推动具有吓阻效应的法律，这个模仿效应恐怕还会在台湾持续的发生。我必须说，精神障碍为由的审判有商榷的余地啊。但我个人表达反废死的立场，固然采取终身监禁的社会成本太高了。但我仍然要强调，司法一定要保护人民，而非姑息泯灭人性的凶嫌，这样才能有效遏止悲剧一再的上演。我做几个总结送给各位的嘉宾。废除死刑这样议题，虽然经过台湾民间社会多年的倡议，但目前废死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禁忌了，更是一种政治的不正确。台湾目前这种处于难以讨论的状态，我怎么说呢？一方面就是现在的政客执政力不够，执行力不够。一方面，民气可用的情况下，多数政治人物对于死刑的讨论，不是趋于静声不语，就是要不以主流民意作为拒绝对话的借口。我仍然以个人身份重申，死刑可以吓阻犯罪，我反对废除死刑。如果我们不断主张犯人的人权，那身为有可能下一个受害者的平民百姓们，我们的权利在哪里？台湾目前已经判死刑，等待执行的死刑犯，
都是已经杀害，都是已经杀死被害人。我想告诉有想犯罪念头的人，如果你不杀人，要被判死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许多有死刑的国家治安都比没有死刑的国家好，就譬如说新加坡啊，它严格的法律制度，它的治安就很好。我特别还要分享，我在去年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有去新加坡，特地有去看，有去他们国家去走走。他们的街边贴的布告啊，就写了一个标语，让我非常的震撼：低犯罪不等于零犯罪，都有这种标语。这个国家他们居然把这个标语都敢贴到他们的马路上的，为什么我们台湾会做不到呢？刑事法制的设计上，死刑它是宁可备而不用的，但我不建议完全的废除。杀人偿命属天经地义，谁为受害者家属们发声？废死联盟总是以加害人的立场思考，为他们找出路。但当他们杀害被害人时，是否又有尊重被害人的生命？最后呼吁各个政党的委员要放下政党的斗争，起立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共同打造一个安全与信任的社会环境。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哈，我们要请各机列席的各机关代表，针对早上所有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各种言论建议啊批评，有没有要做回应的？法务部检察司司长有没有需要回应的？好，请。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那今天早上聆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我们可以说是获益良多了。好，那作为刑法的主管部会的法务部，我们将会把他这些相关的意见都纳为我们刑法研修的一个参考。那关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有关于刑法修正视同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争议的公听会这个案子，其实法务部也有提出相关的意见了。好，我们的意见在书面资料里面都有。那我在这里我还是要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那第一就是说，我们认为说现行的法律对于杀害少年及儿童的犯罪，那依法已经可以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且就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另有加重刑法的规定。也就是说，现行的刑法271条第一项的规定，大家都很清楚是死刑、无期徒刑，还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杀害儿童的这样的犯罪行为，法官本来就可以依照个案的情节来判处被告死刑或者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所以我们在检讨说，这样的一个法律到底是不是已经缺漏，是不是有不足够的时候，那就应该要去思考说，这法律的规范它是不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一个效能。但是在这样一个法律规定之下，我们看起来是法律规范并没有疏漏，那实际上是属于法官量刑的裁量空间。而且也正如今天早上各位专家学者都有提到，在儿少福利跟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第112条的相关规定里面，成年人如果故意对于少年及儿童犯罪者，应该加重其刑到1/2。那杀人罪的被害人如果是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话，有期徒刑需依法加重，那当然是可以到最重的是20年。那另外第二就是说，如果增订的杀童行为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比较特殊的案件，恐怕是会有限缩法官裁量空间的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早上不管是法官或者是专家学者都有提到说，有一些特殊的个案，那对于这些特殊的个案，如果没有让他有裁量的空间的话，恐怕会让有一些具体的个案在处理上面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产生。那就像法官今天早上发言的法官或者是专家学者都有提到说，像实务上面曾经就有发生过重度忧郁症的母亲在贫病交迫、身心受创的情况之下，杀害了也罹患重病的智龄子女的案例。如果说是用死刑
及无期徒刑的法定刑来限缩法官依照具体个案的情节量刑的裁量权，这样是不是妥适？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啦，哈。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认为法官的量刑是有过轻而有适用法律不当，或者是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其实检察官对于这样一个情形，也可以对于被告的不利益来提起上诉。那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救济的途径哈，那这是我们要加以说明的。那另外就是，在国际的立法例里面，我们试着有搜寻的有一些国家的立法例，比如说就像我们在书面里面所提到的，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挪威、丹麦、瑞典这几个国家的刑法杀人罪章的规定。那除了法国刑法，有对于未满15岁之人为被害客体而已，无期徒刑为法定刑的特别规定之外，那其他的各国的杀人罪跟我国的规范内容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并没有再以少年或者是儿童为被害客体而另外订定较重的法定刑。那再者就是近年来随机杀人案的量刑的情形，我们看到说法官的量刑，其实以最近几个比较社会瞩目的案件，就像台南市汤姆熊游艺场的割喉案，以及台北市北投文化国小杀童案的被告，其实这两名被告法官最后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实务判决都是判决无期徒刑，也都是落到如立法委员如委员们所提的无期徒刑、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溢出这样一个范围。那当然如果在整个法治面来看的话，我们部里面是认为说增订杀童行为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它有法律重叠的地方，法治面确实是有它值得研酌之处啦，哈。但是如果说基于保护幼童及社会安全这些信念的提案修案修法的话，那这个如果委员们有这样一个考量，那这部分我们当然也是尊重立法委员的审议的一个结论。那这是有关于增订死刑跟无期徒刑的部分。那另外对于就是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规定的部分是不是妥适啊，见请再酌。这个理由的话，就如同今天早上很多专家学者都有提到，在不管在假释的审核的实务，其实都可以对于情节严重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发现他有已经有改善的情形的话，其实是不会予以核准他假释的。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不得假释的话，这个跟早上廖福特廖教授所提情形也是一样的，这跟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的禁止酷刑的规定，还有欧洲人权法院的见解是相违背的，而且我们也认为说这跟刑法的平等原则是有不相抵触的。那另外就是受刑人恐怕也会因为出狱无望，导致监狱无法发挥矫正教化的功能，对于狱政的管理会产生重大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建请说就这部分应该还是要再三的一个参酌。那另外我们在书面的资料里面也有提出建议的条文，这完全是就法治面的部分提供意见。那这个条文的部分，那就请委员还有请各位来加以参酌以上意见补充，谢谢。谢谢。司法院有没有要补充的？好，请吴法官。主席，各位委员以及各位今天在场的先进大家好。那司法院呢，针对早上呢有几位专家呢曾经提到，就是关于量刑的问题，特别呢是应该要引进所谓的量刑基准或是量刑准据（sentencing guideline） 这种英美法的概念呢。那司法院在这边就这个议题呢简单的来做一点补充与回应。那其实呢，
早在民国一百年七月份，司法院就已经针对了这个民众其实特别关心的这个妨碍性自主罪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类型呢，就已经订定了所谓的这个妨碍性自主罪的量刑资讯系统。那么从一百年七月迄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八大罪章的这个量刑资讯系统，其中包括了妨碍性自主罪，以及呢像这个跟今天的议题有关联的杀人罪或者是伤害致死罪这些部分呢，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量刑资讯系统可供参考。那这个量刑资讯系统呢，也在今年105年的一月一日呢，正式的在司法院的全球资讯网里面对外开放。因此呢，其实只要在家里面透过家用的电脑连接上司法院的全球资讯网站，其实呢就可以依据这个每一个个案的待决个案的这个量刑因子。那这个量刑因子呢，其实就是所谓刑法57条的各项的量刑因素，包括说这个被害人的年龄是不是儿童或者是少年，那么这个造成的损害的结果死亡或者是伤害，那甚至呢被害人跟加害人之间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比方说他有特定的这个亲属或者是教养保护照顾的义务，或者甚至可能就是像这最近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个案呢，他是随机杀人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其实都可以在这个量刑资讯系统里面做出这样的这个查询。那么另外呢针对呢，其实外界有的时候呢会质疑法官的量刑呢似乎有偏轻或者是不当或者是不妥适的情形呢，我们也在这从一百年迄今呢，陆续召开了多次的焦点团体会议。那么这些量刑的焦点团体会议呢，其实不止邀集了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参与同时我们还邀集了刑法的学者、犯罪学的学者。那么甚至呢，邀集了多位的这个民间公益团体的代表。刚才呢，王玉明委员的办公室呢，也曾经在我们的杀人的这个量刑审酌事项的参考的焦点团体会议里面呢，也应邀出席。那么在这个会议里面呢，其实王委员办公室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方说在儿童面前杀人，或者是说呢这个犯罪手段呢特别的残酷，又或者说呢这个加害人对被害人负有保护、教养、扶助、照顾义务等等这些情况呢，都列为建议那个司法院呢定作为一个加重量刑的因子。那么因此呢，在这边只是要简单的跟在座各位先进报告的，就是呢，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些量刑建议或者是说法官量刑审酌量刑的时候呢，应该要审酌的事项，我们司法院在这一段期间呢，一直都有在努力的着手进行。那么以上报告。好，谢谢。卫生福利部有没有要补充的？教育部，好。内政部警政署，好。那所有的发言都已经完毕哈。非常谢谢大家所提的建议今天的发言到此告一段落，所有的发言及书面意见均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并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以及本日出席列席的人员参考本次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现在散会。